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上午进行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黄瑞明相关事项。党团询问顺序依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采即问即答方式进行，并得采联合询问，但其人数不得超过三人。在进行询问前，先请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黄瑞明说明，时间十分钟，请黄被提名人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各位报告以律师的身份从事司法改革与社会运动的经验。我从民国七十一年九月开始担任律师，当时正值美丽岛大审后民主胎动、社会激烈变动时期。工作两年后，派赴德国法兰克福实习工作，在西欧国家生活期间，体会到成熟的民主法治体制其实是建立在各种活跃的民间团体上，而这股来自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活力，是社会安定与进步的力量。各行各业以自治自律的方式提升成员的职业水准，寻求工作的价值，让职业成为事业甚至置业。受到这股力量的感动及影响，我回国后便一直以建立民间社会、提升职业品质作为我努力的目标。七十七年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组文联团，将台北工会由权威转型为民主，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对内能做事、对外有声音的独立民间团体。于八十九年至九十一年间，担任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任内提议修改律师法第一条，将律师之使命定位为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法治。二十多年来，台北律师工会及台湾许多律师工会都朝着这个目标持续努力。台湾民主过程当中，曾经发生许多侵害人权的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事件时都有律师在旁边积极捍卫人权。要实践民主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各专业团体都应该实践自治自律。我在德国跟美国开庭的经验，体会到国内法学教育欠缺法律伦理课程，造成法律界缺乏愿景与伦理实践之标准。因此我决心引进先进国家法律伦理学之研究，补足法学教育失落的一环。我在民国七十八年开始在东吴大学任教法律伦理学，其后先后于清华大学及现在在台湾大学任教，到今天已经长达二十六年，并且撰写相关文章，参与教科书的编写。目前各大学法学院已经普遍开设法律伦理学课程，并列为司法考试的科目。本人很荣幸受考选部聘任为出题委员，贡献心力。八十五年受律师工会全联会聘任，修订律师伦理规范。一百年受司法院邀请，参与制定法官伦理规范。我当时建立参考德国法的规定，将法官的使命定位为捍卫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获得委员同意后订入条文。担任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期间，也促成台北律师工会成为联合国外围国际人权组织 ICJ 之会员，并长期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九十三年台湾因总统大选票数接近，造成社会不安，金士顿公司捐出一亿元供双方验票，以消弭对立与抗争。我当时代表民间司改会接受该笔捐款，并于诉讼结束后支付双方诉讼费，运用结余款筹组三个基金。族群和谐基金会由中研院教授领导，多年来补助许多民间团体，积极推动保留族群的记忆与历史，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对话，包括原住民、台籍老兵、转型正义、外省族群文化、国际移民移工等。法治教育向下扎根中心由黄旭田律师领导，多年来出版书籍《
培育种子律师与教师深入校园及社会，推广民主法治理念。我个人担任法律伦理中心主任，翻译各国法律伦理与司法改革经典书籍，目前已经出版美国、英国、德国与日本等国之经典共7本，免费提供给各大学教授法律伦理学之老师参考使用。我研究法律伦理，深知法律人的工作常常面临伦理困境，容易陷入伦理陷阱，如律师为了争取案源而过度迎合当事人之要求，忽略了独立性以及利益冲突，法官可能因为政治势力或社会氛围而影响其判决，检察官容易为了打击犯罪而忽略人权保障。法律伦理便是希望律师、法官与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都能够实现最高职业道德标准，从而提升司法品质。100年法官法通过后，开始由律师中遴选法官，我担任律师界的代表，参与法官遴选，也对如何改善遴选办法提供意见。身为律师，我深切体会人民在诉讼过程中的惶恐与痛苦，因此长期从事司法改革活动。81年间，台大刑法教授林三田因为台湾民主运动长期受到垄断性媒体的打压与抹黑，因此发起退报救台湾运动，结果被告妨碍名誉。我担任林三田教授的辩护律师，对于审判过程当中的不公平与判决品质的恶劣感到非常痛心，可见台湾的民主化与司法改革必须同步进行，不可偏废。在担任民间司改会董事长期间，参与并推动法律扶助法、法官法及刑事妥诉审判法的订定。在参与制定刑事妥诉审判法时，我认为这个法代表着司法体系的功能失灵，案件一再来回拖延不定，奔波受苦的是老百姓，最后只好立法限制检察官上诉，让无罪判决能够确定，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我的事务所要求所内律师承办案件都应该遵守律师伦理与道德，并鼓励所内所有律师都应该从事公益活动。事务所内并成立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长期固定对弱势团体及公益团体提供法律服务。我本人是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常年义务法律顾问。我也长期关注大法官释宪的社会公信力问题。司改会出版《大法官给个说法：人与制度的战争》一书，讨论实则释宪案。我撰文导读，为大法官释宪做全身体检，对于大法官过去释宪的问题提出检讨。为了要了解德国宪法法院的运作以及他受到德国社会高度信任的原因，我特别挑选德国法社会学的名著，揭开德国宪法法院的神秘面纱，由法律伦理中心翻译为中文。历经二次政党轮替，台湾面临许多挑战，如转型正义、司法改革、世代正义、贫富不均等，都与宪政制度息息相关，可能都有赖大法官协寻解决之道，大法官的责任将更加艰巨。我过去的经验跟大法官的工作有相符之处，我认为律师以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法治为使命，与大法官应该成为宪法的保护者，道理是相通的。我致力于建立律师、法官与检察官的伦理，就是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目标。我从事社运活动中体会到社会多元化以及民间力量之充沛，这是台湾社会最可贵的地方，也是大法官应该尊重保护的多元社会以及人权保障。我长期观察台湾社会所面临的政治文化与法律问题，发表文章40多篇，汇集成书，书名为《一个律师的人文追寻》，代表我过去30余年来努力的成果。如果有机会、有幸运担任大法官，那么我将退出律师业，注销律师登录，回避我事务所律师以及我的配偶申请释宪的案件，持续秉持对社会、土地及人文关怀的精神，做出符合时代脉动与未来需求的解释。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黄被提名人之说明。现在进行各党团委员之询问。
李委员洪军之询问已书面提出，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接下来请洪委员持庸询问，询答时间为30分钟。我们请黄被提名人。请黄被提名人。哎，今天是第一次站上这个台上吗？是。是哦，好。那我想，一开始哦，一早，那我想。轻松一点，我就称呼您黄律师，好，这样比较亲切。好，那以下呢，我就黄律师哦，一些这个司法改革的议题跟您做一个请教。好，那其实前些日子其实时代力量党团已经提出一个问卷，那黄律师已经回复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也已经看过。那针对于司法改革这个议题，我相信黄律师长期在关注哦，所以以下问题对你来说一定都是非常的一个简单哦。但是我今天希望以一个比较一般人哦，一般民众听得懂的一个角度哦，来跟您询问一些司法改革的一些问题哦。那从1999年我们的全国司改会议之后，其实各界有达成32项的一个决议跟共识。好，那经过了16年哦，那其实司法院它其实也设立一个网站，然后成立一个专区，然后去列管追踪。但是从2007年之后呢，其实这个专区也再没有更新过了哦。那似乎这些工作已经做完了哦。那有一些没有做的哦，可能是没有共识，或者是立法院这边没有通过。好，那黄律师您承认这个台北律师工会的这个理事长哦，那也担任过这个民间司改会的这个董事长哦。那我今天希望你从一个律师的一个角度出发，好、哦，那以一个司改的老前辈的角度出发，那提供我们一些更全面的一个观点跟详尽的一个回应哦。那首先我们就来谈一下我刚刚所说的1999年的这个全国司改会议哦。那您认为说这个司改会议之后哦，我们的这个执行成效您满不满意？那你觉得这个达成率大概？有几成？其实1999年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决议，就是刑事诉讼法改采当事人进行主议，那就是从过去的一个法官询问、法官直接调查证据的一个法官职权调查方式，改为刑事诉讼法由当事人进行，由交互诘问。这个部分，我想在10多年来是比较成功的一项，因为我们不仅是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而且也让各个法官跟律师就交互诘问的制度方面呢，做了很多的练习，然后现在推行到今天，也大致还算是成功的，大致还算是成功的。但是，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不成功的。第一个最不成功的地方就是要建立金字塔型的一个诉讼制度，在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之下，应该第一审是要做坚持的第一审，然后第二审呢？才是一个有限的上诉，然后第三审是一个最后是一个是严格上诉的一个法律审。那这个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到今天可以说达成的一个比率是非常的低的。我想前几位的大法官的被提名人也都有点出了这个问题点，点出了这个问题点。然后第三个另外一个比较不成功的是法官的来源。在当时1999年全国司改会议的时候，也是有决议到说法官要多元禁用，而且避免，甚至于当时有一个决议，好像在2007年就要全面停止法官由年轻的法律系学生考用的这个制度。但是这十几年来施行下来，这个制度不仅没有被废止，已经过了那个期间了，现在还是持续由法律系毕业学生来考用法官。然后由律师以及检察官由学者转任的成功的比例相对还是非常的低，所以法官多元任用以及金字塔型的一个诉讼制度是最不成功的两个项目。那当然前几次都有讨论到司制530号要把司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化，这一点大法官会议解释以后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到今天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进展，这也是一个没有成功的一个项目之一。
好，那所以其实我们没有成功的部分还有很多哦。那其实这几年当然我们对于这个制度的改变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努力。好，但是其实我想民众对于司法的一个信心呢，还是普遍都是偏低的。那历次的一个民调的一个数字哦，大概都还是有七八成的民众他是不信任司法的。所以其实我们新的政府哦，蔡总统他在就职演说当中就有提到，我不知道黄律师有没有印象，他说司法无法亲近人民，不被人民信任，司法无法 有效的打击犯罪，以及司法失去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是人民普遍的感受。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司法改革这件事情还是民众认为说是目前应该要积极去做的事情。哦，那蔡总统他也说了，他要推动的是全民参与的司法改革，而不是只有司法人的司法改革。那首先我就来跟黄律师讨论说，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法官的问题。哦，那当然在整个审判制度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要素就是人。好，不管是法官、检察官跟律师，或是这些被告、原告等等，好，就是人。那当然最重要的审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法官。好，那一般民众最为诟病的，我想黄律师哦，你参与民间司改会，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恐龙法官、奶嘴法官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对于法官的养成，其实我们不能说没有做努力，当然过去也做了一些努力。好，但是这个法官他其实距离民众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好，那你认为说针对这样的问题，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成因到底是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还是我们的方向错误，还是说民众他对于法律的认知是有落差的？我想这三个原因可能都有哈。那其实如果说民众对司法的印象的话，我认为光谈法官可能还是不公平的，因为检察官跟律师也都是整个审判体系当中的一环。民众如果是对司法整个不满意的话，我认为司法体系、检察体系跟律师这三方都有责任，这三方如果要改善都必须要同步改善。因为以检察官跟法官的立场而言，他从民众的观点，他都是政府的官员。那有时候法官判无罪了，检察官就一定上诉，不管这个审判的过程法官调查了多么的详细，检察官好像就是无论如何，就是不管任何理由就一定会上诉。那么从民众的观点来看，法院已经调查了那么清楚了，结果还是不断的上诉，让这个案子永远没有办法了结。这个就是我刚才已经有在报告的时候提到为什么要订定妥诉审判法。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不能忽略，检察官他们在从事整个司法审判活动当中，他们也有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那过去我们也一直诟病检察官起诉之后犯罪的最后判决有罪的定罪率其实是偏低的。以我自己曾经研究过得到的一个数据，以贪污治罪条例检察官起诉的一个案子来看，最后终结定罪的比率好像是只有60%几。那我们知道日本如果检察官起诉之后定罪的比例高达90%几，就以日本的检察官而言，你如果起诉了以后而最后是判决无罪的话，日本检察官会认为这个过程对被告其实是一个增加了一个很多不必要的负担，人民在这个过程奔波来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检察官要非常谨慎的起诉。那么就判决无罪了之后，你要不要上诉也要非常非常谨慎。那我们国内检察官在这个体系上，在这个无罪推定以及起诉的证据的调查的充分的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也还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空间。那么就法官而言，为什么还有奶嘴法官或者恐龙法官这个问题，到底是方向不对还是政策执行不对？我认为方向跟政策执行都还有待改善的地方。就以律师的多元禁用而言，那么我个人在法官法通过以后四年都担任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在这个遴选过程当中，从第一年我就看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点，就第一年有100多位律师来报考，那笔试通过了以后22位，那口试通过，当时一般而言，所谓笔试通过要口试，一般而言都是刷10%，也就是说预期可能是刷2位，最后录取20位。
但是我们法官遴选委员会总共有十五位委员，十几位委员，包括内部的法界的检察官的代表、学界的代表，还有民间的代表。那我是律师的代表之一，律师代表有三位。我们共同开面试会议，结果呢，最后通过的只有八位。换句话说，二十二位当中刷掉了十四位，这个刷掉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想说，为什么这一百多位都是律师考试及格了，都执业过律师了，而且都还来参加过这一次法官的笔试，他也从一百多位当中脱颖而出的二十二位，为什么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感觉，是这些人显然还没有到达我们要遴选优秀的律师来担任法官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为了要避免奶嘴法官，从律师当中来遴选，是希望律师是一个优秀的律师，是一个有人生历练，他的道德、人品、他的办案能力、人生视野都相对的是比较健全、比较开阔的成熟的人来担任法官，我们当然比较放心。但是第一次的笔试出来的结果却未如人意，所以我们遴选委员就要求司法院，那你把笔试的题目拿出来我们看一看。结果看了这个笔试的题目以后，我们了解这个笔试的题目完全没有办法达到法官法所要求的，要遴选学识、品德、人品、能力、知识经验、生活体验这个部分，没有办法从这个笔试当中考选出来。所以这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说要从律师当中遴选法官，但是所谓的人生历练、所谓的道德、人品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筛选，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显然是以考试的方法来遴选的话，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从这四年来，我们也一直跟司法院建议，司法院也一再的修改，所以目前遴选的办法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也知道最近这几年的遴选已经有进步，已经有相当不错的律师被遴选出来当法官。所以这是一个法官遴选方面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经过，跟委员简单的报告。好，那刚刚这个黄律师你说了非常的多，但是其实现在法官法就您刚刚讲的里面，其实我们现在有规定的法官的一个评鉴制度。好，我们就回来讲这件事情。那这个制度也运作了四五年之久，那您也在其中哦。那您觉得说这个有就是达到我们当时候就是立法的这个就是预期的效果吗？那您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制度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我并没有参与法官评鉴制度，我当时在定法官法的时候我有参与，但是后来评鉴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担任过法官评选委员。但是我们民间司改会，那我曾经担任董事长的民间司改会，是接受民众陈情，然后汇集筛选，汇集把要求评鉴的案件送给法官评选委员会，我们是主要的一个陈情的一个机关。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队，那接受民众的陈情，那我们也不是所有的案件我们都会移送，我们也经过严格的一个筛选判断，认为这个构成移送评鉴的一个条件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移送过去。但是现在制度上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作为民间团体，我们固然有移送请求评鉴的权利，但是在评鉴的过程当中却完全没有办法参与，完全没有办法参与。所以对于受评鉴人他的回复、他的答案，以一个评鉴请求人的一个机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相对应的一个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评鉴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当事人自己的答辩是如何，以及跟陈情人他自己陈情的事实经过是不是一致，就这一点呢，我们没有办法在评鉴委员会里面参与这个讨论，跟参与这个意见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应该还有相当大改善的空间。那么以民间司改会的立场而言，对于过去评鉴委员会所做出来的评鉴结果并不满意，我们认为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官官相护，或者是轻轻打起高高打起、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好，那黄律师哦，你的说法跟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一致的哦，就101年到105年哦，所有只受理了50件，
的案件，那只有45件结案，那其中只有19件是成立的哦，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对我们一般人来看，其实是觉得这数字其实是蛮少的哈。我们全台湾有这么多的一个诉讼的案件，但是只有50件。好，那当然这个制度的设计当时候是个案评鉴，所以他当然送进去评鉴的这个理由，大多都是因为他案件拖得很久啊，或是态度不好啦，或者是说程序上面有什么样的瑕疵问题等等的。可是这些问题其实都不能影响这个法官他的职务保障哦。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评鉴，如果说我们没有改善的前提之下，现在目前就只能靠法官他的自律。哦，因为也没有办法去影响法官嘛。哦，那黄律师，你认为说如果要改善，应该要如何改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国外的一个制度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其实我觉得要改善审判的品质，我必须说哈，我们一再的用评鉴考核给予法官压力，对于他的判决不断的加以监督，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个人也认为说，以我一个从事民间企业经营者的立场，我认为几乎所有的企业要让企业进步有活力，如何提升这个职业内所有成员的士气，他们的使命感，他们的荣誉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除了一方面我们持续不断的监督跟考核之外呢，我个人是认为说，如何加强法官他们对自己办案的一个归属感、责任感。那我讲的责任感是说，现在因为所有的案子几乎都上诉，上诉维持的比例，其实发回跟维持的比例并没有，维持的比例并没有很高。所以对当事人而言，我只要一上诉就有机会，那么法官也会认为，我就算是在努力的办、努力的写，但是我这个判决书非常有可能也不会被维持。所以对这个案子呢，丧失了归属感，丧失了归属感以后呢，你的责任感就减低了，你的成就感也减少了，就是我写的一个东西到最后可能是不会被维持的，可能是不会被维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成就感跟责任感相对的减少，也会让这个司法的品质下降。那这个其实跟我刚才提到的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的结构是有关的。如果我们让法官有一个感觉是说，我努力的调查，努力的写判决书，只要我够努力的话，将来这个案子就会定案，就会有很高的机会可以定案，那么他会有成就感，他会觉得说我解决了社会当中的一个纷争，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实现，这样的话可能也比较容易提高法官的士气跟法官的一个成就感。那除了从评鉴、淘汰、考核之外呢，我个人也觉得提高法官的士气跟成就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司法改革必须要同时并进的方向。好，那我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哦，刚刚有提到说过去这案件很多都是由司改会他去提出哦，那当然在刚刚讲的那45件结案里面，有28件是从民间司改会他提出的。好，那目前这一些被害人或是这些当事人哦，他真的都必须要透过这些机关或者是这些许可的单位哦，他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请求。那黄律师，你认为说对于这个申请的资格跟管道，你认为是不是有这个开放更多元的一个必要？当然这个是可能有一些顾虑，就是说你如果全面开放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评鉴的话，大概也会所有败诉的人说不定他都会来申请评鉴的，不一定。那之所以要有一定的机关，那也是让机关发挥中间筛选的一个功能，让不至于说所有败诉的案件都涌进来做评鉴。那我想这个在制度上做一个程度的一个筛选，可能还是有它的必要，只是说我们在无论是民间团体或者是机关接受陈请的时候，都应该非常谨慎的看待人民来陈请的每个案子，在筛选的过程当中也要了解，有的时候人民他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他自己并不见得能够表达得非常的清楚，也许他受到的委屈是另外一件事情，也许是另外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但是他表达的方向也许是不一样。那我想我们也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让他的委屈能够让我们充分的理解，然后把事实
呈给这个评鉴委员会，让他们来做一个公平的陈述。好，那我大概了解黄律师的立场哦。那当然，再来我就要来询问的是说，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说乃瑞法官或恐龙法官哦，其实对于法官来说，他可能就是依法判决哦，但是对于民众来说，他可能是他认为说那是法官的自由行政，或者是他的判决就是违背了社会事实哦。那所以近年来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要推动人民参与审判。哦，那不管是官审制、参审制跟陪审制，其实都有人在主张。哦，那但是比较保守的这个实务界呢，当然也有这个声音是说，他质疑说会违反宪法第八十条法官的这个独立审判的原则。那黄律师，您的立场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潮流哈，这是一个潮流。那宪法第八十条跟八十一条的规定有基本上是认为法官跟独立审判以及法官的职位受到终身职的保障，我认为这一条的规定是保障职业法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无论是参审、官审，或者是陪审，他是陪审员，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庶人法官或者是平民法官，他本职不会受到宪法八十条跟八十一条的保障，他不可能是终身职。他当然在独立审判这个问题上一样要遵守，但是他不是宪法要保障的一个对象。所以宪法为了保障法官所做的规定呢，不应该成为排斥平民来参与审判事务。那他可能是一个庶人法官，我们可以称他庶人法官，我们可以称他陪审员、官审员，那就已经就不是一个法官的问题。那更何况无论是参审、陪审或者官审，整个审判制度的一个程序的进行都是法官在主导，都是法官在主导。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并不影响法官审判这样一个宪法规定的一个程序。好，那接下来就问了，如果说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民参与审判是没有问题的哦，那您认为说人民参与审判要怎么样去参与哦？对于现在台湾的一个司法制度以及我们台湾的民情，你觉得是比较可行的哦？那您个人比较倾向哪一套的制度？你是说参审、官审跟陪审当中做一个检讨？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也很多了哈。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决定一个制度啊，要非常的谨慎，特别是我特别强调要做法社会学的研究。那过去黄国昌立法委员曾经在当学者的时候，他是首度对于法实证研究做的比较深入的一个学者。我认为这个方向应该在持续努力，因为我也问过我的德国的同事说，你们德国为什么参审跟为什么不用陪审？而是大部分的案子还是由法官直接审理、直接审判。那德国的同事告诉我说，他们根据德国社会学调查的几个结果，他认为从司法审判过程当中有几个观点必须考量。第一个是社会成本，社会成本就是为了一个案子，你必须动员多少人力、多少的人力，是不是我们社会有办法负担每一个案子都去动员，可能是十二个陪审员或者是八个陪审员。那这个组织筛选、组织的过程其实就要花费很大的一个人力，那这是一个财力上跟时间上的一个动员。那第二个呢是时间，就案件的人民进行诉讼之后呢，固然有一个绝对公平的结果对他是重要的，但是审判的一个速率、及早定案对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以德国经验而言，他用一个法官或者是用参审制度是相对的是比较能够快速结案，换句话说得到诉讼效率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对于陪审而言，他动员的人是比较多，相对的他花的成本跟时间成本也会比较高。那虽然从人民参与的立场来讲，陪审制绝对是比参审制就人民全面参与的精神而言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作为一个诉讼制度的一个决定，我们必须从法社会学的整体的面向来参考，那也不是说主观上的认为。所以就这个问题点，以我自己的目前的看法，我们加上过去我们并没有实行陪审的一个经验，那前几年我们一直有实行官审的一个试验性的一个经验。所以如果要往前再踏进一步的话，这个参审制度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以参考的一个项目。当然这是我个人目前的看法，那我也说过
所有这个制度的一个决定呢，都应该要透过法社会学的研究，不是一个个人主观的参主观的意见就可以做决定。好，所以黄律师，你现在目前是比较支持参审的这个制度。好的，好，那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哦，我个人看到这样的数据，其实我是就是觉得说跟社会的一个理解是蛮相同的，但是我是有蛮大的一个问号啦哦，就是司法院他每一年都会对于民众的司法认知去做一个调查哦，那有一项项目他的这个满意度其实是蛮低的哦，那也就是说呢，这个问题是说现在有70%左右的民众他是不认同法官对于穷人跟有钱人的这个判决标准是相同的哦，在104年他的这个调查比例是74%哦，那105年是67%。这平均来说大概有70%左右的这个民众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哦，就是过去人说台语吼，有一判死无情判死这个状况哦，那你认为说这样的认知的形成哦是什么原因？那如果我们要扭转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认为民众有这个认知也是无可厚非的哈，因为我们目前没有钱的人，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请律师。或者是没有办法请到很多的律师，那有钱的人他当然可以找到比较多的律师，他可以花比较多的律师费，所以说有钱的人他在辩护上他会得到比较多的一个资源，这是对的。但是我说法院是不是会看这个人有钱就会对他比较好，那我不认为现在的法官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甚至于我都觉得对有钱的人可能法官还更严格一点也不一定。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实行国家强制辩护、强制代理制度。像德国，所有的案子到法院去就一定要有律师来代理，就是说他认为民众没有办法到法院去直接进行这么复杂的法律文字的一个攻防，所以让每一个人都有律师、都有代理人，让他在民刑诉讼的时候受到代理跟保护，这是一个国家制度上的一个必要。那我们目前没有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穷人是没有，有很多人是没有受到律师的一个保护。虽然我们现在有法律扶助制度，但是法律扶助制度能够申请接受扶助的也是有一定的条件。那如果家境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是相对也不是那么好，他可能在法律程序当中，他会就觉得非常的委屈，非常的障碍。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法院有很多的埋怨，那这个问题我想是双方的，我倒不觉得说法庭会对特别的来歧视穷人，我不觉得我们法官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好，那因为时间剩下最后3分钟哦，我针对刚刚黄律师你所提的律师的这个部分哦，跟你做请教，因为你个人是法律人出身哦，那你也担任过台北律师公会的这个理事长哦，那你应该对这30几年来对于律师界哦，应该有很多的一个感触啦哦，那其实这十几年来这个考试的制度跟这个职业环境其实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哦，那您针对于整个这个律师的一个职业环境哦，你认为说我们怎么样去协助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做一些改善？因为其实现在环境真的不是很好，新进的律师他没有案源哦，那以及现在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哦，这个律师登录以及这个入会费的一些问题哦，那黄律师你对这个部分的看法是？我觉得这个也必须从源头检讨起哈，我们现在法律系开设的太多了。国内几乎各个大学都有法律系，所以法律系毕业生涌进去，大家都去考律师。那现在大概每一年都有接近10000个人在考。那如果是录取比例很低的话，就有很多人一直在考试。那这样也不是办法，那只好大家要放宽律师的录取人数。到现在过去大概已经10几年了，每一年都有接近1000个。那过去可能10-20年才累积个1000个律师，现在每一年有1000个律师，所以律师大量的涌进。但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配套，所以律师考取了之后，他首先光要去找实习的地方都不容易找到，就算是他通过实习的取得律师资格，他将来能不能找得到律师事务所，能不能找得到工作，找得到案源，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国内经济呢，最近又几年又是处在停滞的状态之下，所以上下交工，所以年轻的律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所以有人提议说，那我们也应该仿效德国，采取律师强制辩护、强制代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图利于律师，让老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这中间呢，我想还有一些社会资源，
的冲突，还有必须要妥协的地方。那我想参考日本跟德国的经验，比较大量的采用法律扶助的一个制度，让穷人也可以透过法律扶助的系统获得律师资源，而律师呢，新进的律师他也可以先到法律扶助的那个系统去，先去历练他的办案的一个经历跟他的跟他的经验，那以后呢，慢慢的累积了一定的一个能力跟社会资望之后，可能就会有相当他自己的案源，可以开展他的事业。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今天其实跟黄律师请教很多您的看法哦。那我相信台湾司法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我也希望说如果到时候我们这个审查结束之后，大家顺利的到位置上，大家都能够齐心的为司法改革尽最大。接着请蒋万安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麻烦请黄律师大法官被提名人。请黄提名人。黄律师好。蒋委员好。黄律师，您是算是法学界的先进，在律师界也是备受推崇，但是当您被提名为大法官候选人之后，其实民间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我想您大概也很清楚大概环绕在哪些问题上面，但我想这个您在法律实务界的经验，没有话说，没有人会有任何质疑，但是我想既然被提名为大法官，民众就必须要针对您对于台湾宪法、宪政体制以及、人权议题上面、或者是、这个道德方面必须要用最高的标准来检视。所以我想在我看了您相关的书面资料、必须要书面审查嘛，相关的资料之后，您33年的律师经验，在关于这个是否有宪政、关于宪政体制、人权保障等等方面的法学著作，其实是没有的。那我也很好奇，您在33年的律师经验里面，也只提过了一个事件案，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够用很简短的时间，黄律师您可以告诉大家，您怎么样说服我们所有的民众？甚至是立法院，您过去的经验，您专长的领域也是在民事方面，公共工程、这个大部分属于非讼的案件，但是跟宪法、是比较没有关系，所以这方面是不是简单说明，怎么样能够告诉大家，你可以在身份转换上面，未来可以升任大法官这个职务？因为我刚才在报告的时候，我有提到说。我个人认为律师的一个使命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促进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跟促进民主法治这一部分跟大法官其实功能是相通的。那至于我过去33年有曾经有申请过释宪的案子，但是我也发表了很多的文章，我的文章没有直接提到宪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宪法它强调的是一个理念跟一个价值，但是对于这个理念跟价值的追寻，我是没有停止的。所以黄律师，在您的这个资料所提供的关于是否有任何期刊或研讨论文，基本上我也实际去看了，可是在您提供的三篇英文论文或德文的论文，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您参与研讨会的讲稿，里面并没有任何引注，所以我想这个在严谨度上面是不够的，所以我想接下来，我还是要请教黄律师，我是不是解释一下？没有关系，在您发表的6点声明，您有发表6点声明，这个你也会很这个高兴，您谈到就是说，如果未来担任大法官的话，您会辞掉律师的业务，
然后注销律师登录，所以也谈到就是说你会回避所有关于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律师代理的任何的案件，我想这个值得肯定。但是我想请教律师，未来在您担任大法官8年之后，卸任以后是否还会回到律师界？不会，我会办理退休，就不会再回到律师界了。好，所以另一方面，因为您有33年律师的经验，所以对于过去您曾参与的诉讼案件或是非讼案件，您代理过非常多当事人。律师的背景相较于其他的被提名人，包括不管是司法实务界的法官，或者是非常多的法学的教授或学者，相较来讲，接触面是比较多元，也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当然，律师您是对于这个律师伦理非常有深入的研究。律师伦理当然很强调就是有关回避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要请教黄律师。所以未来如果您担任大法官，除了国际通商代理的这些案件，送到大法官会议来，您会回避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您会回避？我想如果过去代理的客户如果他有来申请的话，我也会回避。那我自己的配偶现在是立法委员，那如果他是因为立法委员来申请释宪的话，他申请的案子我也会回避。好，所以只有在这个您的另一半尤美女委员主题的释宪案您会回避之外，那如果是他联署的释宪案您会回避吗？因为大法官其实回避制度在国内已经有非常严谨的法律的规定了哈，就大法官案件审理法3条，它明文适用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又明文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法又明文适用到民事诉讼法，所以对国内大法官释宪哪一个案子在什么情况之下该回避，其实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明文的法律规定，这个不只是我要适用，我相信任何一个案子进来，所有的大法官都应该要看看案件的性质跟当事人，每个人都必须要检讨这个案子是不是有回避的必要。那我想我也会非常的严谨的依据那3个法所定的回避的要件来决定该不该回避。所以黄律师这个大法官审理案件当然相关的回避规定是用准用刑事诉讼法再准用到民事诉讼法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今天会被人家质疑的部分是，黄律师，您的太太是我们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召委也是民进党提名的部分区委员，所以大家会质疑说，今天黄律师，如果您当上大法官，可是您的配偶尤美女委员在立法院，今天不管是他主题的事项，甚至他未来他主题的法案，甚至他联署的法案，他所支持的法案，成为事项的诉讼标的的时候，您需不需要回避？依照目前的法律的规定是不需要回避。那么我想以立法的精神来看，因为就算是他曾经参与联署或者是曾经讨论的法律案件，那我知道国院有100多位立法委员，最后讨论出来的一个法案其实是立法院的法案，不是某一个个人某一位立法委员的法案，所以我认为他已经跟这个法案不是有直接的可以视为说有委员的。所以黄律师您认为是不需要回避吗？依照目前法律的规定，不过这个是很依照现在的规定的确 是没有所谓利益的冲突，但是司法之所以没有办法被民众所这个信任，就是因为民众对于司法的裁判会有质疑。举例来讲，今天如果是尤美女委员主题的一个法案，甚至他所联署支持的法案，经过立法院3读通过之后，结果成为释宪的标的，送到大法官会议之后，如果您不回避，民众会认为说，我很难期待黄仁民大法官，您对于您太太支持，所以他最爱的一个法案，你能够公平公正吗？而根据民事诉讼法，法官回避的条件，其中有一项就是，如果法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有偏颇之余，他必须要回避。再加上，如果今天黄律师，你如果即便你针对如果是尤美女委员她提的主题的法案，你解释为合宪的话，民众会认为说，因为你跟她是夫妻的关系，我怎么期待你是公正公平的所做的一个判决？另外，如果你做违宪的决定，民众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要避嫌，
哦，所以民众会很难相信你是秉持一个超然公正的态度。所以如果民众有质疑，为什么你要淌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浑水？我想您的争议绝对不比许宗力被提名人他是否在任来得小。所以我希望黄律师你要慎重的考虑，这是民众信任的问题。哦，所以另外您也对外说，对于回避的问题你提到，如果是刘美女委员提的法案，而如果该法案不涉及任何金钱或财产的利益，哦，您认为是不需要回避，是吗？因为这是依据立法委员行为法跟，所以只要不涉任何金钱或财产的利益，您就不用回避。这个就是在贵院的立法委员行为法里面的，对，这是规范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行为嘛？可是今天谈的是您啊，黄律师，对，您如果不只是法官，您是大法官，宪法的守护者。民众的质疑，您难道不用回避吗？为什么要对于回避的条件做这么狭隘的解释？回避是一个法律明确的一个事项，这个如果该回避而不回避，这是违法。那么如果法律规定不应回避，而我轻易回避，我是认为我要撇清，我为了要建立比较高的标准。没有错，可是今天您是大法官被提名人，我们就必须要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检视。如果今天民众他不是是对一般法院的判决，他是对于大法官的解释案，对于宪法的释宪有任何的质疑的话，您还是强调不需要回避，我想这个是很难让民众来信服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审查也一定会绝对会围绕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黄律师您可能还是没有准备好，您对于是否回避竟然限说只有金钱或财产上的利益才需要回避，那请教律师，那怎么样来认定是有金钱或财产上的这个回避的必要，是主观的认定呢还是客观的标准？我的立场是这样，回避是法律的规定，我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如果不因回避而回避的话，我自己在道德上也是一个代乎职守的行为。那这个法律呢是贵院的责任，是贵院的执掌范围，所以法律怎么规定我就怎么遵守，我不能随便脱离法律的规定。对，没有错嘛。所以刚刚讲的几个例子，哦，即便你在准用的时候甚至您自己，哦，独断的解释说除非有金钱或财产上的利益才需要回避，如果没有这样的利这个金钱的利益的话不需要回避，可是民众会觉得说虽然说有没有人提的法案，哦，他没有任何牵扯到金钱或财产上，但是就是因为您跟他是非常紧密的夫妻关系，哦，所以很难期待您对于事件上面会有公平公正的态度，我想这是关键点，哦，可是律师你还是一直没有回答正面回复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关系，时间有限，最后我还是要请教黄律师关于宪政上面的一些问题。蔡英文总统召开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黄律师你认为是否有违反宪政上的体制？对于作为大法官被提名人站在这里，我觉得要我回答是不是有违反宪政上的体制，我只能说我必须采取一个态度，我这个态度是我在做一个决定之前我必须充分的了解问题的根源。所以黄律师您说您还没充分了解，所以你无法回答。我觉得主张违宪或者主张没有违宪都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辩论或者充分的提出它的说明，至少到我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您无法判断，是您对于是否违反宪政的体制您不知道？我觉得目前还不适合，我不适合做这个判断。好，那请教黄律师哦，目前大家讨论很多对于选举权人年纪是否要下修，从20岁变成18岁，有很多的讨论。我想请教黄律师，您是否赞成将我们投票权人的年纪下修？我赞成下修为18岁。是。好，那黄律师，您知道目前修宪的门槛非常的高，基本上由立法院1/4的提案，1/3初期，1/3的决议，之后还要公告半年，再交由公民来复决。所以这是非常高的一个门槛，但是有另外一派的学者，甚至之前2011年，包括罗昌发、黄启军大法官当时在被提名在这里接受备询的时候，他们提到其实也可以透过解释的方式，不需要透过修宪，透过解释的方式而交由立法者来决定将投票权的年龄下修到18岁。所以请教黄律师，您是支持
可以透过解释的方式给予做出一个可以修法空间的一个解释，还是说您认为必须要透过修宪才能来解决？因为二十年人成年有投票权，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哈。那如果透过解释的方式直接变动宪政的一个明文规定的一个条文，那也许有宪法学者他认为可以透过像您刚才讲的那个部分，我并没有涉猎到，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他们的立论加以判断。那至少就我目前的感觉而言，那既然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数字的话，要变更它就应该选择。好，所以黄律师，您认为是必须要修宪吗？我简单讲一下他们的立论，就是说他们认为宪法第133条定的，就是说20岁哦才能有投票权，这样的规定是宪法保障最低的一个限度哦。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宪法保留，就如果你提高到20岁以上才能投票，或者说限制民众或禁止民众行使投票权，当然这是违宪，可是并没有完全禁止说将年纪下修到18岁，并不影响20岁以上哦投票的权利，所以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立论基础了。哦，那没关系我知道说黄律师您认为是必须要修宪，可是现在门槛非常的高。那接下来徐志雄大法院被提名人他谈到啊，中华民国的宪法哦并不是为台湾所量身定做，而必须要制定一个何时何生何用的宪法。黄律师您怎么看？我想在当时制宪的时候他的整个好，谢谢。接着请卢秀燕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请黄律师。请黄提名人。黄律师你好。黄律师，许宗力教授他是行政院长的司法院长被提名人，那他陷入一个连任或者是再任的一个宪政争议，对他的形象很伤。那么可是呢，这不是只有他个人的问题，因为很多外界的人士包括我在内一般的民众也在观察，那么许宗力他的这个宪政的争议，那么他会来检视司法院以及所有大法官包括你在内。那么很多人就在想啊，如果许宗力可以透过在任的理由来规避连任的一个限制，宪法为什么要规定说不可以连任不可以再任？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希望大法官能够独立行使职权，不要被为政治服务，不要有一党之私，不要向当权者妥协。可是如果说可以用再任的理由来行连任的事实的话，那以后所有的民众他就会看，哎，其他的大法官会不会有样学样学许宗力，在大法官的任内好好的效忠政党，好好的向当权者妥协，好好的为政治服务，这样子的话将来还有机会像许宗力一样不可以连任但是可以再任啊，再任就是连任啊，那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投机取巧。所以我想请教你，尤其你是民进党，大家一般认为你的出身跟民进党有密切的关系，那你又是民进党政府所提名的大法官，所以你怎么样的表态对人民，将来如果你通过大法官的提名的话，那大家对你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所以我想请问你，如果你通过了大法官，那你这个任期结束之后，那你还有机会再任像
许宗力一样啊，如果可以步步高升的话，你会接受吗？我这个任期结束以后都已经快七十岁了，我不可能从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都不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吴钊燮七十几都还在当这个陆委会的主委嘞，不一定啊。所以啊，现在不是老男来，将来老绿男也可能啊。所以你不要规避这个问题。我绝对可以承诺，哎，有什么机会你可以承诺，对，你可以承诺，很明确吗？非常明确，就说将来你做完这任的大法官，你绝对不会用再任的理由行连任之事实。绝对不会，我可以承诺列入国会记录，我绝对不会。很好的，蛮好的答案啊。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说我承诺不会再任，理由是什么？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应该就是年纪的因素吧。许宗力是因为他有他早期，他还非常的年轻，再加上他这一次在任，其实主要是在任，就是管理，就是担任院长的职务，所以他这个在任你只有你只有年龄的考虑吗？你没有说，哎，我要透过这样的宣誓，让人民知道，我担任大法官一定会公正廉明，我一定会独立行使职权，绝对不会为政治服务，绝对不会向当局者妥协。你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只是说因为我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所以哪不是年纪大我都够继续做。我想这个不需要以连任为考量，任何一个人只要被选任担任大法官，他都不需要考虑连任再任是不是接受当权的垂青，是不是我的作为可以得到他考量我下一届。我认为在所有的任内绝对是超出党派公正公平的。可是如果你还像许宗力想还想再任啊，不止再任啊，也许可能去当司法院高升司法院副院长或是院长啊，要不然就去当陆委会的主委啊，七十几岁也可以当啊，等等之类，或去当总统府秘书长等等之类的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能保证说这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职务公职的话，那人家就会想啊，哎，我怎么知道你做出来的任何的司法的执行都是没有政治的私心呢？一方面从实务上来看啊，因为大法官的任期跟总统的选举中间的一个交错的一个因素啊，任何一个人想要去揣测说我在什么任内正好碰到什么总统，我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有人去算过。你不要去 judge 民众的揣测，因为民众现在在 judge 你，在评断你，在揣量你，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要展现出来嘛，你不可以怪民众这样子想嘛。我想因为民众就是叫我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在大法官博点弄一群变成许宗力第二嘞。所以我想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卢委员报告哈，这个是生涯当中最后一个职位，绝对不会考虑再任连任的问题。那生涯当中以这个职位是认为他非常尊崇，对于国家的永续发展非常重要。那再跟卢委员澄清的是，我是受到律师工会全联会跟台北工会的推荐，并不是跟民进党有任何的关联而受到推荐的，而是审建小组他审建出来的一个结果，跟民进党也没有关系。是，这是你自己的解释了哈。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哈，这次的大法官提名，那再加上张琼文一位哈，勉强通过这个超过四分之一的标准勉强了哈，因为我们基于性别平等，那么同时男女一样的机会均任，那同时现在的女性表现也不会输男性，所以是在我们很多的国家重要职位上，比如说立法委员、大法官，很多的这个五院的委员都是有四分之一的。不过四分之一这个标准的制定已经行之有年，是国家在从这个进步中跨入进步中国家所做的一个规定，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很落伍的标准。那么所以呢，其实第一个跟现在男女性别的比例比是差很大，第二个呢跟现在女性在职场上所有的表现也差距很大，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啊偏低。那你对于现在很多在国家重要的职务上女性的性别的这个比例的这个保障上，你觉得应不应该提高呢？在前几天张琼文大法官被提名人也有
也有被讨论到这个题目，不过当时的方向好像是正好相反，他的是说女性保障女性的一个比例是不是还有必要维持。那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当然要看在什么职位的两性的一个差距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尽量提高两性在任何职位当中它有一个健康平衡的一个比例。不过可以跟卢委员报告的是，现在在法界尤其是法官这个体系，女性的比例新考进的这个年代，现在讲的就是问题已经，如果公务人员或者考试靠自己考试，女生觉得不输男生，可是如果是拔擢式的话，提名的话，譬如说您的夫人不分区立委，她表现，她本身过去在律师界在司法界 表现很好，我认识她很久了，可是要不是有这样一个保障比例，她也当不了不分区立法委员。所以啊，你看如果靠拔擢类的提名类，你看现在政府的政务官如果没有适当比例的话，能够有这，你看看多少的女性政务人员，很少嘛，低于四分之一。那立法委员也是一样，大法官也是一样，国家五院的委员也都是一样，如果靠女性自己考试，绝对考得比男生好，考得也不会，或者是不会差。但是如果靠拔擢提名的话，的确女性在职场上受到青睐受到肯定的机会是差很多的。那所以你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刚才也提到是要看各个职业当中目前男女的比例是不是达到一个健康平衡的一个比例，如果是高阶的女性目前还人数显然偏低的话，那我想维持现在的保障名额甚至于提高保障名额，我想都是合理的考虑。好，接下来哈，你刚才提到说你不是受到民进党青睐，所以你是受到律师工会推荐，不过这是你自己讲外界的印象了哈，外界印象，哎，你过去担任民进党一大堆的这个顾问职，或者是这个你是民进党非常重要的支持者。那另外呢，你自己本身，所以民众难免在看你的时候会特别从一党之私去看你，这个你自己要注意，你自己要去澄清了哈。第二个还有就是你自己过去服务的一个经历，你在你刚才的报告自我介绍说你们律师事务所你自己是重要合伙人，就像公司董监事一样，你们希望承办的律师们在案件上都能够尊重伦理与道德标准，所以所有律师呢都应该尽量从事公益活动事务所内，并且成立社会责任委员会。你讲得很漂亮，可是贵律师事务所你们接了一个大案你都没有反对啊，鼎新案，鼎新油品当时造成对国内人民的身心健康重大的影响，人民求偿无门啊，当时多少律师义务站出来说我们帮民众免费打官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厘清，还没有办法人民所获的赔偿微乎其微。结果贵律师事务所你身为公司的董监事合伙人，结果你从来没有反对，因为鼎新花了很大的钱请贵律师事务所去替他们打官司。请问你们在接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像你所说的尊重伦理与道德标准，所有律师都应该成立社会，都应该接案件的时候应该考虑社会责任，为什么呢？那所以第一个，你在一党，你在你的过去民进党内的政治资历，你在律师事务所里面，你这个商务上你这种向前看齐的做法，民众他会有这样的疑虑，那你自己怎么样能保证你当了大法官以后你在官商在各方面能够扬去过去的做法，做一个独立行使职权公平正义的大法官？请表示，谢谢。委员刚才提到我在民进党内的职位，其实我只有担任过仲裁委员，我没有担任过他的什么顾问，也没有担任过他的什么职位。仲裁委员是民进党内部他对于内部可能有的机关跟机关、机关跟个人之间的争议的时候，那么我担任仲裁委员来就这个争议事项做决定的，所以他本身民进党也要求他是需要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的，所以民进党内部可能有不同的机构，也许有派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希望是一个中立的人，所以我是以这样的一个中立的一个律师的身份来参与民进党的一个事务，并没有参与他的任何的党务或者政治活动。那至于鼎新案是这样，他的社会形象怎么样我们不管讲，但是
律师在选接案件的时候，我们所称的道德标准，最重要的是你接任何一个案子，你都必须要严格遵守律师的行为规则、道德准则。你不能我打个岔，你们为什么没有去像有的义务律师去帮民众求偿打官司啊？而去接了鼎鑫很多的钱帮他们打官司，你们为什么没有站在这边哈、啊？其实是啊，因为鼎鑫在发生废油案之前，其实他是101大楼的一个董事，在那个工作上，我们已经是他的法律顾问，所以他是我们等于是一个寄存的一个客户。那寄存的客户，他今天发生了一个法律案件，他来请我们帮忙，我们衡量过。我们只在法律的层面上帮他提供。你叫秀景，寄存的客户啊，你叫秀景。那以后你过去的这些政商资历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大法官职务的执行呢？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因为就算是我们在接任鼎鑫这种案子的时候，我们跟他也是有保持着客户跟律师之间的一个距离。你这方面要向外界好好说明哈。最后的问题我请教徐志雄教授，前两天在讲到说他对于中华民国不认同，他对于中华民国宪法也不认同，他对国号领土通通有意见，什么固有疆他通通有意见。那我们知道大法官应该是宪法的守护者，不是破坏者。因为如果徐志雄要做这个工作，他应该来当国会议员，因为国会议员可以立宪，可以修宪，或者他应该去从事党职，竞选民进党的党主席或者民进党的党职，从事修宪的运动，或者当他的教授去从事民间修宪运动都可以。可是身为一个大法官，就是要忠实的执行国家守宪执行。这就好比什么警察，我警察能够说我今天我对于处罚条例有意见，所以我就不执行吗？或者是我反方向执行吗？所以身为一个大法官，他是宪法的守宪者、执行者，不是破坏者。如果要去修宪、要去立宪，他应该来当立法委员才对。你如果你担任大法官，你会对于宪法会忠诚的执行、守护他吗？我当然是担任宪法的守护者。你对中华民国的现在的宪法认同吗？你对中华民国国家认同吗？对，我是根据中华民国政府依据中华民国宪法接受被提名的大法官，将来我的职责就是守护中华民国宪法，对，就是守护中华民国下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是，那所以许志雄自己身为大法官，结果他要来破坏这个宪法，你不认同？我想许志雄。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15分钟。主席，我想请这个大法官提名人。啊，请黄被提名人。黄大律师你好哈，我想今天你的提名的确被外界有许多的争议，我想这个部分我就不谈了。但是我很认真的看了你这个评鉴的这个报告里面的第四项，你第四项里面讲说，我国已进行民主化。有应加强取代死刑之配套措施，增加修复式司法之实现，不必以维持死刑作为威吓的手段。如果国家不能够大力推动配套措施，而维持死刑已经涉及违宪，这是你写的吗？是的，这是你写的。好，我要请问你，因为过去在大法官会议，我想太多的团体不断地去要求大法官会议做解释。包括说1990年、2006年的大法官会议，都明确的讲死刑没有违宪。那本席要请问你，什么叫做威吓的手段？什么叫做配套措施？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现在死刑的执行
是违宪的。我想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我写了四个大段哈。那刚才委员是念的第二大段，第四大段，你的第四大段，对，就是你的对死刑的主张。本席现在我想请你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你对死刑目前的主张是什么？我认为国家应该要重视被害者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大众对于死刑总是认为说被害人太可怜了，如果不执行死刑，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被害人。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推行，可能让我们忽略了对被害人的保护。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看到德国废止死刑，但是他对犯罪的被害人其实是提供非常好的社会上跟政府上的一个资源，不管是在财务上的，不管在心理上的，由政府的力量，由民间的力量，都对犯罪无辜的被害人。所以你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我们现在执行死刑是违宪的，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措施，你会主动去再做这个大法官会议要求再释宪吗？我想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国家要大力推动配套措施，如果国家怠忽职守，没有大力去推动配套措施的话，提名人，那整体本席在这里跟你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因为按照我们刑法271条的规定，按照我们整个监狱行刑法，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我们现在的执行死刑是违宪的。如果你今天要把这个作为违宪，或者你要做配套的措施，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修法，没有其他的办法。这是第一个本席要表达的。第二个本席要表达的是，我们有太多的民调，80%+的民众对于整个废死是反对的，而且不仅止于是如此，我们在大概在最近有几个非常重大的案例，只要他一免死，包括说台南的割喉事件，甚至于弑母事件，几个包括把自己的太太跟孩子把他弄给，透过摄影让小三看过他谋杀的几个案子，当这些案例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社会各界全然没有办法接受，80%+的民众是反对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本席在这里要对你提出最严正的抗议，你今天要作为一个大法官，几次大法官会议已经告诉我们的人民，这不是威吓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死刑，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令，就是我们必须要执行。所以本席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你，你今天要作为一个大法官，除非你去修法，否则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条件说这个是违宪的。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对你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请教你的是，蔡英文说他要成立司改会，要正式在总统府成立司改会，赖浩敏院长跟苏永清副院长当时辞职的原因你应该了解。按照我们整个宪法增修条文的第五条规定，以及我们司法院整个应该有的精神，就是司法改革宪法精神里面来讲的话，他们对蔡英文上任后要在总统府设置司法改革委员会是他们认为是违宪的。请问你同意蔡英文在总统府在违宪的状况下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吗？你同意让蔡英文让手直接深入司法改革吗？跟委员报告，我并不知道蔡英文总统是不是要在总统府里面。蔡英文正式宣告啊，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我了解的是他会希望赶快召开一个司法改革。他说他要在总统府下设司法改革委员会。哇，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作为一个大法官的候选人，你会不知道？我觉得很意外。你同意，本席现在所问的是你同意他在总统府里面设置这样子的一个司改委员会吗？
如果是一个临时指的，是一个协调性的，为了主持会议召开的，那在我了解它的性质、跟它的功能、跟它的组织的成员以及它的运作情况之下，我才有办法来判断说。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现在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好，那本席再请问你，你应该知道，蔡英文现在在总统府开了三次执政决策协调会议，你应该知道吧？他直接把手伸入行政院跟立法院，而且包括我们的立法院长都没有参加，甚至有非政府官职的人士在那里指挥，然后做了三项非常重大的决策，而这三项非常重大的决策，包括一例一休，包括公务人员三级机关整个文官制度要破坏的荡然无疑，甚至于电业法也用这样的方式，你认同这样子违宪的做法吗？我刚才那个好像蒋委员也问到相同的问题，我想我也用相同的答案来回复，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外界已经有在讨论，报纸也有很多的一个提供的出来的意见，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有。那我以一个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我只能说，我对于正反两面的意见，我都必须要考量深刻，而且还有一些报纸上没有讨论到，但是我觉得在判断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要一并考虑的问题。那综合考量之后，我才有办法。王大法官，这件事已经沸沸扬扬，而且包括一例一休的事情，我刚刚看了你说的报告，讲的非常的语言非常的美丽，但是光指一例一休这件事，已经有许多的学者专家教授们联署要求我们立法院回到卫环委员会。我希望你今天在这里，你要作为一个大法官，对于很多的事情的道德标准是必须要比其他人要高的，你懂吗？你知道吗？为什么连这样子的一个良心工作，包括你们的院长提名人几位大法官的候选人都认为这个是非常的不妥？如果行政院变成总统府的行政局，立法院变成总统府的立法局，那我们这个法治国家多年推动民主运动，你对得起良心吗？你对得起你自己过去的努力吗？我希望你回去能够就 这件事再把你过去的良心拿出来主张，可以吗？我一定用良心来执行我任何职务。好，再来我要请教你，我想作为一个大法官，必须要对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的变更，你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领土的变更必须要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想大法官释字328号解释的对领土的变更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我也遵照那个释字328号。你会照是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适合由司法机关来做决定。好，中华民国领土的变更、固有疆土的变更，必须要经过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的提议，然后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三的出席，然后四分之三的决议，我们才能够提出领土的变更，而且必须要公告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之后才能变更。但是本席今天要请教你的是，我们民国88年有通过，就是公布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公布 U 型线，包括我们所有南海岛屿所有周边的海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土，但是蔡政府上任了之后，他主张搁置这个主张，然后要改称，要从南海主权依据国际法跟联合国海洋公约来解决。请问这是涉及到固有领土的变更吧？这个不是大法官被提名适合讨论的问题。这个你不适合讨论。你释字328号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提名人是重大政治问题。对，这个不是重大政治，这是
你大法官必须要救我们的宪法，包括我们的国土国号，都必须要清楚地维系我们这个国家。刚才卢秀燕我也提到，结果你现在告诉我领土的变更你不适合在这里讨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全民都在看，这就是我们蔡政府提名的大法官，那就是我们蔡政府的提名的大法官。好，本席再请教你，那么我请问你，通知鸟是岛还是礁？这个也不是我们宪法要决定的问题，也不是你要提名，也不是你。好，那我再请问你，太平岛是礁还是岛？这也不是司法。太平岛是礁还是岛，你都不能够回答，这样子的人，这样的候选人要当我们的大法官，如何维系我们整个的宪法？如何维系我们整个的宪法？我想宪法规定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你可以去问问我们所有的人民，连太平岛你都不敢讲那是太平岛，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连太平岛你都不敢讲那是岛。我是说这不是司法机关适合处理的问题，司法机关在宪法，你们大法官就是要维持我，就是要维护我们整个的宪法，宪法涉及到我们的整个领土的变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如何担任大法官？好，最后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昨天阿扁，陈局市长在高雄很认真的讲，他说阿扁坐牢是政治事件，你的看法？因为你以前也为了阿扁的事件曾经有发言过，我想你的发言我就不在这里提，但是陈局市长说希望政府以合情合理的态度更宽容地面对阿扁的特色，请问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独漏了一个合法去处理本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处理？你的主张又是什么？我想陈局市长的发言，特别是针对一个正在执行中的一个个案，那我以一个大法官被提名人的立场，我也不适合对执行中的。你也不适合发言，所以你过去的发言不代表你现在的发言。你过去当时主张不应该拘押陈水扁，陈前总统。我已经不记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时空条件之下，已经忘记了。但是现在没有关系，本席再次的提醒你，我想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就是以法律为准，除非你去修改法令以外，任何的事情不能用政治去干预法律，你认同本席的讲法吗？我完全认同。好，我们希望你刚才所有的答复里面包括几个制度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领土的问题，包括我们整个宪法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坚守这个原则的话，本席认为你是不适任。但是我看了你的评鉴报告，评鉴报告给你的分数还算可以，那我想以立法院现在的生态你要通过也不难，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谨守这个分寸的话，那我想未来人民也在看你到底怎么样执行你的大法官的职责。接下来请杨政武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各位先进，我们请提名人黄大律师啊。好，请黄被提名人啊。黄律师好啊。我想从刚才一个早上这样看下来了，大概我觉得你心里面大概觉得说，反正现在执政党的人数有绝对优势啊，你只要赶快把这些给应付完了啊，对一些敏感的问题呢也不需要明确的表态，赶快把这些提问给应付完了，就可以等着安安稳稳的做大法官了。
但是哈，基于立法院的立场，本席有义务要在这边，还是针对一些问题来就教于你。因为在立法院，我们所质询的每一件事情，您所回答的每一句话，他都会留下记录。我想留给百姓，留给我们的人民自己来判断。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哈，请你也不用解释，就很快速的表达你的立场就好。第一个，你认同中华民国吗？认同。认同啊、哦。第二个，你觉得台湾是个正常的国家吗？这个这两天有在讨论哈。那要简要简要就好。回答这个问题，那我要先了解什么叫正常国家，什么叫不正常国家，我才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很多视线到你手上，你会先问这一个要求视线的人？假设今天有一个视线案到你手上了，你不能用这样回避的一个方式。你对涉及到国家主权、对国家完整这些东西，心里应该自有定见。在这个时刻，在没有其他的辅助资料的情况下，你觉得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报告委员，如果有视线案到我手上，我一定会要求双方把他的视线。没有问题，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这个部分你现在没有办法回答啊、是，你没有办法回答台湾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你现在在一个，你现在是被提名为要担任你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大法官。好，第三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没有违宪？请问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没有违宪？那个是一个我相信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宣示哈。那我想大法官被提名人也不适合对这种政治议题表示意见。我看起来你适合的东西还真的不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它事实上哈。它真正的内涵也涉及到两岸的治权、两岸的政权、两岸的包含两岸的政府运作各方面，所以你也觉得这个也不是在你们应该来谈的范围。好，那第四个，你愿意唱国歌吗？我没有问题，我不排斥国歌。没有问题。好，第五个，请问你支不支持制定新的宪法？这个也超乎大法官的职权范围之内。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中华民国宪法。保护中华民国宪法。所以支不支持制定新的宪法，这里面会涉及到说目前的宪法有没有存在需要调整的，有没有需要修订的，或者是依目前的现状，需不需要在我们的政府运作之下，这些宪法有没有调整的，这些你都觉得不是你现在应该谈的吗？不是我现在应该谈的。这些本席跟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民都觉得这跟大法官有关系的，你觉得都不是你们应该谈的。好，没有问题。好，请问再来第六个，你觉得许宗立大法官的在任违宪吗？我个人看过两边就主张违宪跟不违宪的一个简要就好，好不好？因为想问你的还蛮多的。我认为没有违宪。你认为没有违宪？是。好，也就是许宗立他如果在任的话，你认为没有违宪。第七，不当党产条例跟党产会的成立，你觉得是否有违宪之余？进行中的案件我也不适合回答。又不适合讨论。第八，执政决策协调会议的成立跟运作是否违宪？在未得知实际运作以及双方不便讨论，不便评论，不适合回答。好，第九，是否支持废止？在上一次卢委员的讨论当中，我已经把我对死刑的立场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国家必须大力推动配套措施，如果国家怠忽这方面的职守而没有推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涉及违宪。我觉得很多东西本末，你自己学法律的，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啊。要不要废止跟配套有没有齐全，这是两回事啊。如果今天是配套不齐全，我们想的应该是怎么样把配套补齐啊。不过现在跟你讨论这些也没用，大概你基本上也不会有太明确的回复。第十，请问你支持三权还是五权分立的政府？目前宪法就是五权分立，所以没有个人意见。目前的宪法是这样，就是按照现在的走。我就是宪法的保护者。好。第十一，请问你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吗？对这个问题，我想社会上讨论了很多，我也觉得我看过一些参考的资料，对这个问题我的立场上，我是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支持哈，好。请问你支持通奸除罪化吗？我对这个问题也曾经探讨过一些资料。那我支持通奸除罪化，但是我必须强调，除罪并不是合法。
好，了解了解了解，有很大的距离。好，没有关系。第十三，请问你支持设立博弈专区，让赌博合法化吗？这个是应该目前在运作当中，由各县市由他们由公投方式来做。我是问你，你的立场。我觉得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地方的事务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蔡总统明确的表达反对，在公投前夕明确表达反对。他不是反对公投。这样是不是剥夺当地居民的一个公投的权利，或者是说剥夺他们的一些包含说我们在立法院也听到有同仁说，就算让他过了，也不可能让他实施。我是支持公投制度。对。那在公投支持，在公投还没有做之前就做这样的言论，你觉得恰当吗？我也不适合对，我不知道这个言论的一个前后经过做判断。好。第十四个，你支持安乐死合法化吗？在过去，我们可以从这个演变来看了、过去都强调要急救，那现在我们已经比较简单就好，简单就好，因为本席时间有限。在严格控制的一个条件之下，在不会被滥用的情况之下，我支持安乐死合法化。好，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泰国的英文怎么拼？泰国，Thailand， 这怎么拼你知道吧 ？T H A I L A N D。啊，不错，至少这个东西你很明确的表态了。谢谢你的耐心啊，这十五个问题里面，你回答了本席五个，有十个都不方便说。但是这十五个问题都是近日来社会上高度关切的议题，也是国人普遍产生疑虑的地方，也是这个国家的将来的跟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将来的定位息息相关的。而作为一个大法官的被提名人，您有将近十题是不方便评论、没有意见所以本席也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本席也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当上大法官之后，到时候没有这一个提名权的审查了，您的肩膀能够更硬一点，您的承担能够更多一点不要再这样闪闪躲躲。另外呢，还有几个问题，本席想要就教于你。其实有很多委员也都提过了哈，您的政商关系非常的复杂包含您之前呢也帮那个鼎新案做过辩论嘛不是，您的律师事务所您的律师事务所也帮鼎新案做过辩论，但是非常遗憾的呢，在您发表的六点声明里面，避重就轻，只字不提只说你没有担任这个辩护的律师但是都不告诉国人说辩护律师就是在您的法律事务所里面那同时呢，前一阵子有关洗钱的部分也是受到国人的高度关切，也是受到国人的高度关切国人普遍厌恶一些富豪或者大企业利用逃漏税或避税的方式到海外去成立一些洗钱的或者是避税的一些账户。那但是呢，本席却看到了，在去年那个《天下》杂志取得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的资料库里面他们动用了50国的媒体，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解密了250万个境外天堂的企业天堂企业或信托的数位档案。台湾的部分，至少有12个家族拥有境外的财产，而为这12个富豪家族设立境外公司或信托的中间人，其中之一就是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请问您知道这件事吗？知道，我手上就有您提的这个份《天下》杂志的报告。是，那我想作为律师在商从商，在商言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很担心的是，您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记录，您过去的一个记录，您被提名为大法官，是因为依照里面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担任律师25年以上，声誉卓著。但本席倒是认为您是商誉卓著，您是商誉卓著。在这个部分呢，我想也刚才也有很多委员也已经问过了，所以本席在这边呢，只是要提醒你，您在民进党也长期担任他的仲裁委员长，也很自豪的在你的这个经历里面写下了你长期从事这些党外运动那在商的部分呢您又帮鼎新辩护，又帮富豪漏税所以您在政的部分，在商的部分都有真的是商誉卓著、声誉卓著的地方。本席是真的很担心您去担任了大法官之后，是否遇到了
上述这一些的相关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您还能够坚守回避的立场吗？我首先必须要澄清，本所绝对没有帮富豪漏税。在《天下杂志》这个报道里面，其实他提到的是，两岸三地最爱用租税天堂的是台湾。那而且也提到说，这个境外公司不只是超级富豪的专利，已经延伸到一般中产阶级。那这篇文章其实探讨的应该是说，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必须要帮台湾的中产阶级到海外去设立海外公司？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样。好，没有关系的，反正我想很多东西哈，资料都是很清楚的啊。那我想请教一下，您的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是不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也曾经在里面任职过？他在72、73曾经短暂的在那个地方短暂的任职过，所以你也曾经跟蔡英文是同事喽？我们大概有不到一年的交接的对，所以也不难看出哈，我们蔡总统在提名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提名的候选人的时候啊，被提名人的时候，他的考虑的出发点可以不顾社会的争议，可以不顾社会的观感啊，还是以跟自己有共同的这一个同事关系，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偏爱的考虑，我想这个不一定是社会之福了啊。其实本席在这边讲，并不是要去否定你，因为在不同的角色上，一定都有忠于职守的一个做法。只是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公益的角度，大法官执施国家宪政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看待这个提名过程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哦，所以很多时候不是针对您，也不是针对您的太太，我们的同事尤美女立委，哦，这一点也请你了解。你觉得大法官的工作跟立委的工作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利益冲突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好，所以包含人事的提名需要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包含司法院的预算审查需要立法院来通过，包含立法院委员所提出来的法案，如果有疑义的时候，需要这一个大法官的解释。您觉得都没有利益的冲突？人事提名权，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提名权，尤委员是应该要回避的，我相信他也回避了，所以还是有冲突的地方嘛，对不对？有，还是有冲突的地方嘛，不可以就一句就说没有冲突嘛。好，那很多时候呢，回避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立场，但是本席也讲，其实作为立院的同仁来讲，我们真的很不愿意哈，在心里面也很不好意思说去做出一些比较严正的一个诘问啊，但是基于一个大局的考量，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该说的要说了哈。这就是你刚才讲到，还是会有利益的一个冲突，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同事。其实我们有参加过选举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人他的贿选行为的要件啊，贿选行为的要件是必须有行为的明确发生，而且礼物不能超过30块钱嘛，对不对？那本席让你看一个东西哈，来。就在昨天呢，本院很多同仁收到令夫人赠送的这一个礼盒。当然，本院很多同仁都会用自己家乡的特产来馈赠，哦，以全这个同事之间的情谊。包含我也会，很多立委都会。但是这毕竟只是在保全同事的情谊。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也很不愿意这样来问你，因为我们都会私下有这样的往来。但是在您要被质询的前一天，在您要被行使同意权的前夕，您觉得这样的做法适当吗？有没有违法之余？我的理解，我昨天晚上的理解，那个是彰化县政府办的一个羊肉节的活动。看看上面的名片。我的理解是，他的工作是一个协办，那么他的工作是把彰化县政府。本席要告诉你的是，第一，如果今天我们任何一个立法委员在选举的前夕做出这样子的事，不管有意或无意，他都已经是贿选了。这样的解释没有错吧？第二。
报告全院委员会，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询问，现在休息。
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委员询问。接下来请王定宇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麻烦黄律师。请黄被提名人。被提名人高湛哈。高湛。这个在这边被询答是件有趣的事情哈，连别家国家的领土是岛还是礁，我们大法官都还要被询问，这是非常有趣的询问方式哈。那政治新闻也拿来问哈。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大法官要维持像你刚才的态度，不应该在你的权力范围内去认定的事情，这比较符合法官不语，因为大法官牵涉到宪政体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拿片段的新闻或者是这个国际法认定的东西，甚至于他国的领土的问题，我们大法官甚至在被提名的时候就轻率地做出答案，这是不妥的。但是对我们的宪政体制，对我们司法的内涵，我希望我们大法官被提名人每一位都要诚实有勇气，司法人若没有勇气的话，这国家司法就完蛋了，去回答出你真正的想法。所以本席现在先跟你就教一些问题，这个你不能答就不要答了，我有些我是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们有些同事立委同事在询答的时候认为说，你的另一半是立委，那他如果立法主提案过了之后送到大法官会议视线的时候，这个会有避嫌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第一个，立法院的立法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写了算，它是协议制，大法官会议从来就不是一个大法官可以说了算，也是协议制，你们现在好像2/3出席才能去做视线案，所以把这个弄到避嫌上是有点过头了了哈。不过我是请你将来要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你本身在民间司改会这个担任过职务嘛哈？是。那民间的律师，其实我们都通常讲民间法曹。我看我们所有的被提名人的资历，很多是法官，很多都是在最高行政法院，都是法官的经历。你本身的经历30年以上都是在律师，都在民间或者在学界。是。你认为我们台湾现在司法改革，如果在你脑海里面最重要最需要改的三件事情，能不能说出来？第一个当然就紧速建立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金字塔式的诉讼制度。第二，法官来源禁用一定要法官来源禁用一定要多元。然后再来，再来应该就是司法机关的一个审判化，审判机关司法机关司法院的一个审判机关化，就是4至530号这个问题哈。我这个我待会会有有趣的图表给你看。你刚才讲说法官来源的多样化或多元化，我们现在都考试嘛，那你多样化你能不能再论述清楚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民对司法不信任哈，我讲直接是对法官不信任，84%最高，那个对法官对司法人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嘛。因为纳税人做民调最不被信任的各行各业里面，法官竟然排第一名呢。然后这个人又负责去破生破戏破书破牙，就法官负责审判大权，却是最不被信任第一名。那你刚才讲法官来源的多样化，我希望有能够对到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把这部分论述清楚一点？一方面当然就是说，主席是审判的那个法官，他希望能够先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历练跟人生的经验来主持这个审判的工作。再一方面，我们就是大家讨论很多的官审、参审跟陪审，让这些素人法官跟平民法官可以参与审判的制度，然后同时也可以参与判决的一个制定。所以你的多元化不单纯是考试的那个法官，是，而是在陪审或者你参审的制度里面增加裁判，有裁判有判审判权的人。那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要提问你哈，我问了两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有关宪法诉愿的问题。我们目前的宪法体制对审判的结果本身不视线，而且写在你们的大法官的法律那个法规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到任何一个人被判决定谳以后，他这个案件只能就适用的法条法规是否违宪拿来释宪，可是判决的本身是不行。而我们的法治是欧陆德国制度的精神，德国也是在正常法院之外设立特别法庭来处理宪法释宪的问题，可他这个法庭是接受人民所谓的这个宪法诉愿，而且这样的宪法诉愿的件数占了他们的宪法法庭90%，没有量的问题，那量根本就很大。所以你本身支不支持，对于审判的结果本身，对人民权益还是有重大侵害。除了现有的再审、非常上诉以外，我们可以透过宪法诉愿的方式来处理。我充分的支持。我想我在很多的一个回应里面都已经表明，我非常支持宪法诉愿这件事情。因为只是单纯就抽象的法条去做违宪审查的话，脱离事实、脱离案件，有的时候那个审查出来的结果跟人民还是非常不。这就是我们期待民间法潮若成为大法官最大的改变。大法官事先常写的哈，无人看有，然后谁人该睡，然后不执行好像也没事，530也15年没有执行也没有事情。所以大法官释宪最好能够像美国的方式，它像一个审判，它是一个判决文，它是宪法法庭的判决文，让申请释宪人清楚明了知道这个审判的结果。那你既然有这样的认知，在你这一任的大法官任内，你有没有信心把宪法诉愿，或者是把法官来源多样化这些制度，在你们这一任的任期内落实下来？这个我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我当然都会支持，都会努力去推动。那比方说，如果宪法大法官开庭的时候，我会尽量放宽开庭，或者是对于受理不受理的那个案子，我会尽量支持，说只要不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的一个审查，有事实的审查，有案件的审查。我询问了好几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哈，这个只有一位保留意见，多数都支持。那你知道民纳税人或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除了我刚才讲法官的问题啦，或者我们的审判的内容等等问题以外，有一个不信任其实很重要，是来自于时间效率。你常常说要改，一等20年。我举商事法院，新加坡2年设立起来，我原地踏步到现在还在弄。所以时间是信心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当你们好几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都说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也支持的时候，希望在你们这一任大法官，我们能够看到每周或者定期开，现在也是定期，时间比较长，每周开宪法法庭，宪法法庭能够公开，能够让人家旁听。那如果能够做到上网直播，像立法院一样更好，因为新政的表达本来就要向人民负责。然后宪法法庭以外呢，宪法诉愿的权利能够让人民可以对审判侵犯权益进行。又比方说参审跟陪审制在你们这一任司法院里面能够把它确认下来。又比方说宪法释字530号的落实能够在这一届把它完成，而不是每一次提名大法官，不同的立委询问着不同的大法官被提名人，那都得到一样的答案，然后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做。这个时间你们这一任任期内能不能把这些事情落实？对，我想委员提醒的非常的对哈。那时间效率绝对是老百姓最殷切期待的。那也许可能涉及到大法官内规或者司法内规可以解决的，那有一些可能是要改变法律的，我想也需要跟大院密切的配合，赶快把应改的法律赶快把它通过。有关宪法释字530号，我每一个被提名我都问了，我今天要问你一个新的，新的什么东西呢？530号的释字文在民国90年解释出来，它在后段的说明认为说，目前司法院变成最高司法行政机关是违宪的，它应该是最高司法的审判机关，这是写在宪法里面的哦。然后他告诉你是违宪，而且告诉你在2年内，也就民国92年前要完成修法以服宪制宪体，都讲清楚了。那这15年过去了，这个530号的解释文一样悬在那里，司法院一样是最高的司法行政机关，然后大法官会议、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惩会这4个制度应该合并在一起，变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一事无成。那我要让你看一个荒谬的事情哈。我看第一张图表，这个表你在司改会应该看过这个东西哈，这个不是民间的哦，
这个是全民司法改革组织架构图，在这个架构图里面呢，它有一个全民司法改革策进会，策进会的召集人兼主席赖浩敏，司法院院长，成员苏永清副院长。这个是司法院自己筹组的司法改革策进会，是官方体制，而且大法官在里面，等于院长副院长都在里面。然后呢，下面有幕僚小组，其中有一个司法院定位改革成效评估委员会，还有民事诉讼等等，还有好多个小组。我让你看其中一个小组，司法院哦，开会正式的决议哦。你现在如果成为大法官，你回去看这个，你会觉得很有趣。这个是司法院定位改革成效评估委员会，赖浩敏大法官，司法院长苏永清大法官，司法院副院长，他们在第五次会议，民国100年7月8号。做出一个会议的总结论摘要，摘要的第一项就写什么呢？写说民国88年全国司改会议做成司法院应朝审判机关化改制之结论，不宜继续推动。你会觉得这个可笑，就是说第一个 他把民国90年的530号释字文故意给他省略掉，然后呢，我们自己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自己司法院的大法官去推翻掉4至530号解释文，说不宜推动。530号的是大法官会议正式做的决议，告诉你要符合宪政体制，要走最高审判机关。他说不宜继续推动，所以民国100年停到现在民国105年就停了。这是赖浩敏、苏永清本身大法官本身违宪。不止违宪，还打脸大法官会议做的释宪文。那以后我请问一下黄律师啊，大法官会议做成的释宪文，人民到底要不要遵守？我想大法官应该是解释出来的，应该全国各界各司法界。大法官的释宪文的位阶多高？等同宪法。是。你的释宪文等同宪法，下面才有民刑事相关的法律。这么高位阶的大法官释宪文，司法院长前的了哈。司法院长、副院长也是大法官，他们做的结论，一群大法官做出结论说，不宜继续推动司法这个审判机关化这个推动，你怎么评论这个事情？这个是你大法官的业务了。事实上，在530号做出来的2-3天之内，当时就报纸上我有写了一篇文章，我是支持530的见解。你是支持吗？我是支持。 不支持也不行嘛，大法官做出释宪文了，你不支持也不行啊。但是同时呢，他有一个对照的，有一个对照的另外一个意见同时登在报纸上，那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苏副院长当时就苏永清写了一篇文章跟你做对照版嘛。对对，他是反对530号解释文的嘛。没有错。那是有趣耶。 对一个法律人，不管是民间法曹或是司法院的法官，宪法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文对你们到底是什么？我想就是形同宪法，他居然可以宣布法律无效，所以他的 效果应该是非常的强。所以大法官的宪法法庭做出的释宪文，对一般民众先不讲，对司法人，不管是民间的律师法曹或者是正式的司法人员，大法官的释宪文，他的效力跟他的位阶其实是至高无上的嘛。那怎么会有这种决议？就应该要推动，就应该要推动大法官。不推动都不行，竟然还做成会议结论呢？你不推动已经代乎了哈，轻忽了大法官的解释，竟然还写成会议结论。如果你是司法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会不会做出这种结论？应该不会，因为这个违反大法官会议解释。违反也是违宪嘛，做违宪的会议结论嘛。是。那你愿不愿意评论一下赖浩敏跟苏永清做出这种结论？这个是100年，民国100年，他们的第五次会议记录啊，司法院的会议记录哦。这个他我不知道当时做成的大法官有没有参与这个会议记录。苏永清跟赖浩敏本身是大法官啊，那你说530号当时的大法官，因为他是民国90年，时间也久远了，我判断是没有了。10年后了，但是不会因为那个大法官人不在了，大法官的释宪文就结束了，不会啊，那效用还在嘛。而且530号他会提到这个，其实他就知道530号释宪文。那既然只说民间司改，就88年的那个
全国司改会议的结论，他故意不讲民国九十年的五三零号，这其实应该被谴责的，不是吗？是，我觉得在体制上非常不妥，因为司法院自己违背自己司法院的一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啊。黄律师，我需要你这种态度啊。我刚才讲，司法人员要勇敢，尤其大法官要勇敢而诚实，拿出自己的专业，不管是什么政党执政，什么思维是潮流，你的认知要能够勇敢、透明、诚实的让人民知道，这才是我们期待新时代的大法官。这个叫乱搞，对不对？ 我想直接违背大法官的解释，的确是不妥。我希望。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十五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大法官被提名人黄瑞明律师，黄瑞明先生，以及各位列席各位好朋友，是不是请黄被提名人？请黄被提名人。黄被提名人你好，我想几个问题要这个要请问你。首先还是许许多多人大家都一再的提问问过您，那也蛮关心的，就所谓的回避的问题。那其实回避的问题应该很清楚的，其实您在担任律师的过程中也看到许许多过去在审判的时候，法庭的法官，对于跟这个，甚至于他曾经是被告律师的这个论文指导老师，律师他是被告律师，当然代表被告的利益了，他是论文指导老师，然后他是有一些牵扯，或者有一些不要说牵扯，有一些关系，那么他就会主动回避。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也提过，这个什么叫做要回避？应自行回避不得执行职务，的这个对于推事的这个不得执行职务的一个回避的几个列举的条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认为说您刚这个或是过去所揭示的所谓只有利益，跟是不是财务，是不是？您说您认为你会主动回避的两个要件，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什么？应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立法委员行使法，那个是在立法院的问题，那个应该是我太太的那个部分在立法院的规范。另外一个可能是我未来行使大法官职权的时候，对于立法院假设有法案被申请释宪，那要不要回避的问题？那个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个是没有问题。我只是讲说，譬如说你要申请这个，不，人家申请释宪。譬如说将来 有时候了，我如果有一个情形，假设有事情牵涉到这个游委员，那他本人如果是跟你的直接，不管是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家人，或者他有提出一些，因为法律诉讼，他提出一个释宪的那个请求，如果是这样你就一定要回避的啦。但如果是经过立法院113位委员这个投票成为立法院的一个案子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没有一个回避的问题，你觉得呢？对，我是支持，我刚才讲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希望说这个部分要还是要理清楚了，就是个人的事情跟这个立法院共同一个机关共同决议的事情，这个部分这个是可以思考的了，但是可以稍微严格一点。什么叫严格？如果是由这个游远他领先，他提的法案或者他提的事件案，他是主提案人，这个部分可以思考。那另外您提到的，就是说希望说将来大法官会议，因为大法官有十五位嘛，那如果将来分成两组，七位一组，七位一组，将来如果大法官审查这个事件案的时候，有七位大法官来出席，那另外七位大法官就可以为了要增进效率，不必每个案子都十五位大法官会来出席。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主要的着眼点是什么？
这个完全是参考德国的情形。德国它就是分为两庭，就像监察院一样嘛，啊，是吧？它就是分成两一庭八个，所以我们看得到德国的宪法是比较有效率的。那我们现在十五个人要一起来参加表决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数上要通过那个门槛本来就比较高。嗯，美国全部也就是九个，所以美国九个，德国一庭八个，那我们十五个如果分两庭，一庭七个。我觉得这个人数比例上，对于促进效率应该是有帮助的。那你知道，您知道那个最高法院法官哈，最高法院法官他审查这个三审的上诉案的时候，他要几位？应该是五位。五位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兼顾效率跟而且这个东西可能会牵扯到说，如果说要这个修改的话，可能要修改司法院组织法喽。是，可能司法院组织法跟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对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做一个调整。其实一般民众哦，对说哦，有七个又如何，十五个又如何？其实一般民众的理解，他是只是希望说，这个法院的判决是能够公正的，哦，各级法院都一样，都能公正的，然后都能够有效率的。我觉得其实这如果是十五位或是七位，如果能够兼顾到这个主要是着眼在这个公正性，好，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思考。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哪里？就每个大法官对于一些事务的议题哦，他立场不一样。就像美国的这个大法最高那个 Supreme Court 美国的大法官哈，他的这个有的是自由派。好，有的是比较保守的，所以每一位总统所提名的这个大法官，这个的人选，就接触了那个时候的社会价值，那是很清楚的。那最近或是过去一向以来，在美国社会，这个纷纷扰扰，或是这个讨论的非常多了，无非像这美国总统选举的所谓枪支管制的问题，好，无非像过去所提到好几次的这个堕胎合法化的问题。这个剥夺生命的问题，所以大法官他本身对于一些这一类的，的社会上非常非常争议的这个议题，事实上他有所谓的不同的见解。那你将来分组的时候会碰到什么问题？那如果说刚好这一组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是抽签啊，或者说将来是怎么分法，刚好这一组人刚好是所谓保守派组，现在另一组人是所谓自由派组。那这个说这个事件到了这一组 A 组，他会跟到 B 组，他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个部分坦白讲是值得思考的，就是说虽然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牵扯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结果，也牵扯到大家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个公正性，以及说是符合这个国家或符合宪法本文的精神，或者符合社会价值，这牵扯到。所以我觉得其实除非这个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真的希望说法院各级法院上至这个大法官会议，下至这个一般的地方法院，法官都是绝对公正的。但是人哦，你知道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立场。那当这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法官判出来案子，好，从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可能是不同的结果。当不同的大法官的组别审理出来这个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结果的话。这一点可能是值得思考的。对，其实我们即将出版的那个德国宪法法院的那个研究的那本书，其实对这个问题呢，就探讨得非常的深入。他甚至于对大法官不同的出身，学者、法官、律师，或者是政治人物，在德国政治人物也可以当大法官，他们可能的倾向，都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是。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在内部运作以及他的意见形成都有参考的价值。那我个人有注意到说，我们国内大法官一个释宪文出来了，有他的理由，但是协同意见跟反对意见非常非常的多，是这个在世界各国都不常见有这个现象。嗯，那如果一般我们法律人要去读的话，结果有的时候协同意见或者是反对意见写的反而比较容易读，比较精彩，但是真正的释宪文反而是比较不容易读，而且也没有那么精彩。那是文采的问题吧？不是文采的问题，是立论的问题。嗯，是立论的问题。没有，我说易读与否是文采的问题，包括文采。但是那个立论的问题是视线本文那个
那个问题，那个我同意释宪本文跟那个所谓反对意见书、协同意见书，那个是立论问题。但是易读与否，或是社会大众觉得说啊、哦，那个是个文采的问题。是。好，我想请问另一个问题，刚刚也提到好几位委员有关注到时间是很重要。您刚刚提到说要把它分组，基本上是着重在效率，效率时间是效率的一个代表指标之一。您知道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法院的、很多这个案子，这个尤其是民事的，到一审到三审最后定谳，可能动辄花个七八年、十年以上是所在多有。所以在这一点，虽然我们现在有刑事这个所诉审判法，但是那是刑事的，那是八年，也要八年，但是这个民事就没有这个限制。啊、很多民事是当然牵涉到，即便是民事，也是牵涉到民众攸关民众的权益啊。那偏偏在最高法院，你知道，就法官民事的法官就那么几位，好、哦，有些退休，那意思这个没有补充这个，或是说在高等法院也一样，法官人力的问题。那因为旷日费时耗时间，所以造成许许多的案子啊、哦，即便到最后定谳。早就人事已非，甚至于到第二代了。如果第二代这不小心的话，就要到已经到第三代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追寻呢，虽然您不是这个司法院秘书长，不管不负责这个司法院的实务，但是在就在站在大法官将来这个后任大法官将来会成为大法官的立场，怎么样在宪法上、事宪上去保障民众？的这样一个事先的权利，除了补充人力，我也知道补充人力啊。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子去做会比较好？我觉得这个可以跟现在社会上常用的仲裁制度做一个对比哈。是。现在政府采购，它也在政府采购法里面倾向偏重用仲裁制度。嗯、那仲裁制度一般就是九个月全部可以结束。那不管争议的标的有多大，通常大概就是在九个月之内结束。结束了之后要去翻改这个仲裁的判决的结果呢，非常的困难。嗯，那它的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仲裁这个过程当中，它让双方非常充分的陈述，而且非常密集的开庭。法院也让双方分享双份陈述、啊。对，但是我们目前在地院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坚持的第一审、坚持的事实审，所以很多事实都是到高院再去调查、嗯，甚至于到高院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发回来的意旨也通常跟事实的调查有关联度，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坚持的第一审没有办法建立，就是因为在第一审的阶段没有把地基好好的打好，变成是一再的要再上诉，这样一拖轻易就是十年。所以我认为司法改革最主要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仲裁制度可以走得通，是因为案量没有那么多呢？还是那地方法院的第一审为什么不能走得通？好，会变成上诉被翻案，然后更一更二更三更来更去就翻来翻去，好，这个部分他们讲，我觉得其实，当然在司法实务上您已经经历那么久了，好，那么多了，但是将来在大法官的这个职权的行使上，我们希望说也能关注到这一点，好不好？好，谢谢黄被提名人。接着请赖瑞荣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好，主席、各位委员好，那请黄律师哈。请黄被提名人。黄律师你好哈。哎，赖委员，辛苦了哈。早上我有听了其他委员们的资讯、啊、其实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资历上其实相当的完整了、啊、哈，丰富了、啊，包括你担任过台北律师工会的理事长，好、哦，那推动整个刑事诉讼的制度的一些改革哈、哦，包括在民间司改会董事长的期间哈、哦，你也在推动包括法律辅助法、法官法等等哈、哦，所以其实你对司法改革这块是有非常多的作为跟想法的了哈。哦，那我也看到你的报告里面第五页，你有提到在81年的时候，你担任林山田教授的辩护律师的时候，那对于审判过程的不公平
跟整个判决品质的恶劣感到非常的痛心了哈。包括我在你的第八页的时候也有看到，你有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在你苏格兰，你看到当地的居民哈，为了这个百余年前的一个司法冤杀的案件，立了一个纪念碑哈，所以你也感受到确实司法的冤杀案哈，那等同是司法杀人了哈。那其实你对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有想法的，可不可以请？我想司法改革也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议题啦，可不可以请黄庭铭人这边能不能多多论述一下你对司法改革的一些想法？对，在1981年林三田教授审理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整个社会的氛围啊，那个威权体制还没有完全的被厘清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法官在审案的时候，他是对于掌握权力的，在当时是几个强势的媒体，那媒体的老板都是某政党的中常委，所以当法官在审理的时候，对于民间的被告林教授，他在整个审判过程当中的待遇，那还有呢，我们也有提反诉，结果对被告，也就是一个媒体的大老板，法官居然可以不必用开庭的方式来审理，他就请他到贵宾室去，私下在贵宾室里面跟他做笔录。这是一个程序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当时的法界其实是向权势靠拢。所以我一再的主张说，法官要非常坚持政治上的一个中立。我在我自己的书籍里面有好多文章都在倡导这个事情，包括我刚才在报告的时候有提到，我就主张在法官伦理规范很清楚的定义说，法官的职责包括建立就是捍卫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这是法官的职责，而不应该向任何有权者倾斜。那当时我记得当时审判的法官在开庭的时候还在说，这个案子你们让我判应该是最放心，因为我从来不看报纸，所以我不会被报纸上的一些意见所左右。但是在当时我们有个顾虑，在当时民主运动正在蓬勃兴盛的时候，你如果不看报纸，你对外界的这些思潮，对外界老百姓的声音，你法官自己封在象牙塔之内，凭着自己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是不是足以来审判社会上正在变动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案子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法官的对当权者的一个偏颇，以及他对时代脉动他可能没有办法掌握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至于苏格兰那个案子，当时是偶然发生，偶然看到一个石碑，他是说纪念大概几年前在这个地方被司法审判而被执行的人，而他是无辜的。那我看立碑的日期跟他所讲的审判的那个日期其实已经超过一百年了。所以当时我非常的感动，说苏格兰人只要是司法系统犯下的错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即使经过100年，他们还在耿耿于怀，甚至于到今天。因为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大概是3年前，我当时上网去看，现在还有苏格兰的律师跟法官还在追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我司法经过审判系统冤杀了一个人，这是多么可耻的一件事情，他们到今天不仅立了一个碑，到今天还在检讨这个事。那我想这种对司法的尊重，对人命的珍惜，那这种精神呢，是我们在修改，是我们在想要重建司法信心，想要从事司法改革最需要引进的一个态度跟精神。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制度上或者是效率上去做改变，我们重要的还是要引进说司法珍惜人命，珍惜司法制度当中不能有任何出错，免得老百姓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精神。好，黄律师，谢谢你哦。我想请教你一下哈，我想司法改革其实大家讲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哈，但是其实人民对这个的进展是不满意的了哈。我看最近很多的民调是有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哦，甚至有超过80%以上对司法的很多的判决状况是感到不满意的哈。我想请问一下黄律师了哈，你认为法官跟记者跟立法委员这三个，你认为谁是现在最不受，哪一种职业是最不受信任的？你认为？你讲我个人的意见吗？还是对个人意见？个人意见，就你一路这样走来，
法官、记者跟谁？跟立法委员。立法委员。这个今年六月的时候，有一个平面媒体有做了一个调查了，对。你是讲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说社会个人的看法？你个人，或者是社会普遍的看法？你认为社会普遍上认为哪一个是最不受信任的？我这几天听到的资讯，法官好像是评语上，什么中正大学、什么天下杂志的报道，都说法官受到的不信任度是最高。那我个人，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比较信任法官，而比较不信任记者。OK， 好，我想要跟你讲哈，当然这个是一个平面杂志的了哈，一个他的调查，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的发布的一个调查了哈，法官不受到信任程度，职业里面了哈，他 65.4 的不信任法官，好，那记者是 58.3， 好，那立法委员是53，好，所以这个第一名最高的是法官了哈，所以显然跟这几年以来其实很多的一些判决或者整个法司法的过程中让人民不信任，我想有很大的一些关联了哈。那所以我想司法改革也是一个大家认为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哈。我不知道刚有稍微听到你有提到包括对于滥诉率这件事情你的看法了哈。那我也想听听看，除了滥诉以外，包括其他的像法官的部分的整个一些这个在提升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必须稍微澄清一下哈，我们现在都只谈法官，那我觉得在老百姓心目中，法官跟检察官可能是相等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谈司法的一个革新，也不能忽略了检察官这一块，不能忽略了检察官这一块。我非常同意，因为我的了解，其实很多法官案牍是劳形的，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忙，那也都很努力的要把事情做好，但是一直得不到社会肯定的话，其实对他们的心理啊，对他们的士气很大的打击。这个我觉得未来在司法改革上，这一点也必须要重视。我们必须要让法官做他的工作有荣誉感，有荣誉感。除了物质上的报酬之外，我们要有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要有相对应的肯定。虽然如果事情没有做好，受到大家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他事情有努力有做得好的，社会上相对的一个肯定跟鼓励也是必要的。也是必要的。那我好，我顺着这个先问一个好了。法官的部分，现在其实是法官的那个他们的量哈，案件量也都相当的大了。这个部分不知道，就您过去的整个司改的经验里面，认为有没有什么样的做法是可以来改善的？案件量这一点，可能我也必须要谈到我们自己律师界的一个改革了哈。就有一些案件量，是不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滥诉？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一个证据的调查，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一个诉讼拖延的手段，这个在目前律师界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案件比较有竞争，可能有一些律师会用一个比较不正当的手段来从事他的业务，这种情形是有可能的，相对的就会造成法官承办的案件的量增加。但是法官承办的案子量增加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基本的因素，就是事情没有办法一次解决，就是你地院判了就一定上诉，上诉了到高院，高院就很可能会发回，这样一个案子如果发回一次，就等于是乘以二乘以三，那这个量像滚雪球一样的一个滚动，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量是因为司法体系没有办法快速的解决问题造成的。所以如何用金字塔型的制度，坚实的在第一审就能够把大多数的案子像仲裁一样就能够确定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司法的品质就有可能提升。另外，很多大家也关心的啦，像恐龙法官等等啦，就是法官的一个职前训练或者是在职养成的部分，不知道黄律师你们有没有更具体的一些想法？目前法官的一个职前训练应该是法务部在负责，就是司法官学院在负责。那之前我相信他们也找了很多的外界的一个专家学者去给他们上课，希望增加他们对外的一个知识的一个触角的一个提升。但是我们必须凭良心讲，目前法官考取的平均年龄好像是24岁左右，就算是上了2年课26岁，但是他是从校园直接进入衙门，他没有在社会上待过。
那我们自己在社会待过的人知道说，一个案子进去法院以后，当事人的感触，那当事人有冤屈的，他没有办法得到伸张，甚至于连被倾听的机会都没有，那种感觉律师坐在下面是会感同身受。但是可惜的是，如果法官从二十几岁就坐在上面，他缺的是这一段的感受。那对法官而言，所谓案子就是他手上的一叠卷宗，那对当事人而言可能是他全家的家当，那对法官而言，开一个庭我只是定个庭期请你来一趟，对当事人而言，他可能要排好几天，家人要找人照顾，还要去做很多的安排，他才能够千里迢迢来开这个庭。那对他来讲，这个期待跟他所接受的一个待遇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所以我们所谓法官的同理心没有办法在，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民间的历练的话，你要说他有同理心比较困难。对法官而言，因为他现在有很严格的一个案件流程的控管，他也有工作上的压力，他需要很快的把案件结案，免得有积案，免得有拖延，要不然可能会影响他的考绩。那这个部分呢，法官也有他的压力，这个相互的一个形成的效果，可能最后就是说在法庭上就显得不太有人性，大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在法庭上共同把问题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反而都是大家赶快把手上的事情解决。那对老百姓在法庭上感受不到温暖，感受不到他的心声被聆听到，当然他就会有很多的埋怨。这确实是个问题啦，因为很多人确实也许他一辈子就上那么一两次的法院，对，他可能就那个，但是在法官本身他也许每天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往往有可能那个感受的落差 是非常大。那如果就像也大家也社会也质疑的啦，就是我说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法官，他社会经历是不充足的一个法官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够有一个好的能够做出一个适切的一个判决，所以这个都会是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面必须要恐怕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做一些处理的。不过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有从事这个律师遴选法官的这个制度，我也必须要谨慎的说，不是说担任过律师出来被遴选的就一定比现在的法官好，当然这当然，因为现在的法官他有七八千个人，他录取前面大概不到一百个，其实他的考取法官的门槛是非常高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承认说，考取法官的这些年轻人是非常聪明，吸收能力非常强，表达能力也非常强，他们是属于比较优秀的这一群。但是律师我们不能说以名次来看就是一定定优劣的好坏，但是也有很多的律师考取之后，他也许在律师界的历练并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历练、道德、人品，或者是办案子的一个历练，他也许没有办法经历过这一段。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考选的阶段，反而是可能把舍弃掉原来前段班的非常优秀的这一群，反而是找进来了也许不是那么优秀，也许不是在前段班的这些人透过律师这个管道进来当法官，这样的话也许会形成反淘汰的作用。这一点是我们在遴选法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也必须要提出来注意的一个地方。好，谢谢。那再来剩一点时间，我想请教，因为刚刚有其他同仁有提到了，包括现在所开的一个蔡英文总统开的一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的部分了，那这到底有没有违宪的部分？那您对 我想问的是，当然您对个案是不处理，但我想请教您，您对整个这样的宪政体制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建议？刚才我有提过说对这个事情不适合做判断，但是我有几个我自己观察的面向了。第一个就是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他的政见范围非常的广泛，几乎说包山包海，不限于说只有国防外交跟国家安全。那现在像台风可能又到了，民众也期待说总统出去跟行政院长一起协调救灾，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对这个问题，接下来请萧美琴委员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
好，谢谢主席，请大法官被提名人黄瑞明先生。尹黄被提名人。大法官被提名人黄瑞明律师，你好。你好，夏委员好。前几天法国籍的台大退休教授毕安生坠楼，这样的新闻事件，各界都表示哀悼跟遗憾，但是同时也引发许多对同志权利的讨论。他曾经在台湾有相爱一起生活35年的同性伴侣，在伴侣临终前，他却无法参与伴侣生命最后最重要的决定，更对于伴侣生前想要用自己剩余的财产来照顾他的意愿，毕安生教授也没有任何主张的权利，最后是郁郁而终。相爱跟相互扶持，共同生活35年的情感，在许多异性伴侣的关系当中，可以选择进入一个婚姻的关系，也因为婚姻的法律关系，得以让我们生命终了的时候有配偶陪伴走最后一段路，而且离世后能以遗产继续照顾生前所最亲爱的配偶跟家人，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台湾法律所保障的。但是在台湾，同样相爱彼此珍重的同性伴侣，却没有如同异性伴侣般在法律上有彼此照顾的权益，这个权益是被剥夺的。而毕安生跟他的伴侣就是一个例子。除了他们之外，台湾还有许许多多的同性伴侣在医疗决定上面最多只是法律上的关系人，而在实际的运作上，他的优先位阶不如血缘亲属，所以在最后要不要做急救、侵入性的医疗、要不要插管、安宁缓和的最后历程，最懂他的人却没有任何参与的余地，这是人性的悲剧，也是对许多同性恋者权益最无情的剥夺。相爱在一起，互许终身，是两个人自然发生的，而婚姻制度给了两个相爱的人法律上的配偶关系，这个关系在台湾的法律上不只是有医疗同意权的行使，还有相关税负的优惠、财产继承跟处置的权利、其他亲属抚养的权利跟责任，当然还有对彼此忠贞的责任跟义务。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法律上或是宪法层次上都没有禁止两个同性的伴侣进入也建立婚姻的配偶关系，这些国家它的生育率比台湾还高，而原来存在的异性婚姻关系其实也没有受到影响。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台湾，这个配偶关系的建立却排除了两个相爱的同性者，也就是说目前互许终身的两个同性者除了无法登记结婚之外，相关医疗同意权的行使、相关财产的处置权利跟亲属抚养的义务也都受到了局限，两个人忠贞的义务也没有受到法律上的保障。虽然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基于社会现实存在的需求开始推动伴侣住籍的制度，像现在的六都加上嘉义、彰化、宜兰等地区在户政系统当中加以注记，但是目前并没有法律上面的效应。法律上异性伴侣得以选择结婚，但是同性恋者却没有结婚的选项，法律上的歧视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现在提升到宪政的层次上来看，宪法第22条明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
不妨碍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那我现在要请教黄律师，两个人相爱，进入一个对彼此忠贞的婚姻关系，会影响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吗？不会，不会。那是否视为宪法的保障范围呢？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要保障同性恋者的平等权。所以在您的认知里面，宪法第22条受宪法保障的范围，包括两个性倾向相同的，或者是两个同性者的婚姻关系吗？是的，这是我的立场。好，那另外宪法第23条也明定，自由的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宪法第7条也明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对两个相爱同性恋者结婚权利的剥夺，是否构成违反宪法明定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宪法精神呢？是的，我个人立场是认为，在婚姻制度上不应该对于同性相同性别的人进入婚姻制度给予任何歧视或者做任何的区隔。那在您的了解当中，现在的民法是否违背了这样的宪法精神？如果它只限定在异性婚姻而没有包含同性婚姻的话，我认为很有可能就已经涉及到缺乏对同性婚姻的平等权的保障。那刚刚黄律师提到说，如果是限定在异性恋婚姻的话，那您的解释是如何呢？对现行的民法是否限定了是异性之间的结合？目前的婚姻制度好像是以一男一女，好像是，但是您的看法是如何？对，我认为这个可能没有照顾到同性婚姻的人也应该受到相同的婚姻制度的保障。好，所以你也认同现行的民法上是有其缺陷，跟违反宪法上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对，虽然我知道有一些外国是用另外制定一个同性伴侣法的这种方式来处理，那我也了解很多同性恋者的心声是认为这个部分让他们在社会上做区隔，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平等。那以我个人的立场来讲，以宪法22条、23条，这个不涉及到公共利益跟公共秩序的问题，那么就应该异性恋者的婚姻跟同性恋者的婚姻应该受到相同的保障。那除了委员刚才提到的那些医疗最后的一个意愿书以及财产分配之外，其实我也了解还有子女收养的问题，也是同性恋者他们没有办法受到公平对待，可能所受到的一个不利益范围之一。好，那我国已经签署两个人权公约了，那在我们高唱人权的同时，其实台湾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性倾向而饱受歧视跟打压。当然像我们虽非同志，但是因为支持同志人权，其实事实上也饱受攻击、抹黑跟打压，所以他们的处境跟他们的困难我们可想而知。那今天如果用更多的同理心来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我们需要做新的主张。但是今天黄律师您是大法官被提名人，所以我想要了解的，在法律上您主张要如何去解决这个法律上不平等甚至违反宪法精神的问题，您主张这个要用主管机关的诠释，还是要进行修法的程序，还是要进行到释宪的层次呢？我觉得依照程序上，如果能够透过修法的方式来解决，当然是最好也最全面。那如果修法不能解决的话，那么以现存的法律如果有符合释宪的要件，那么也应该可以循释宪的方式来处理。那黄律师，您认为现行法律有符合释宪要件吗？因为你刚自己也提到，您的认知是现行的民法是违背了宪法基本权益的保障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既然有违宪之余，
有什么问题会成为他进入一个视线程序的障碍呢？因为我们现在视线有一些步骤，就是说你只能在判决认定这个判决适用的法律有违宪，你才能够进入视线的门槛。那我个人是觉得目前视线的一个门槛可能太高，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哈，就是说也许有我们同性恋的朋友他有过判决，然后判决引用的法条是直接跟我们现在认为可能不符合不足以保障同性恋者权利的相关的，那么这可能就符合视线的一个门槛。那或者是直接要来宣布某一个法律违宪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程序上我还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想这也有可能，因为大法官是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跟命令，如果法律的适用上跟两公约或者是跟宪法的原则有基本上就认为有相违背的话，是不是可以在没有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就直接提请视线？这个部分我目前还没有办法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好，黄律师，你一旦成为大法官如果通过的话就有守护宪法精神的基本责任，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当前法律上面的门槛或者是程序上面的障碍你愿不愿意这个组成专案或者是连同民间对于基本人权保障有所主张的这些民间团体能够共同的来引领如何确实落实我们对宪法精神的保障呢？好，因为刚才其实有好几位委员都有提到说宪法书院的问题，那我个人也很明确的表达我是非常支持宪法书院，但是宪法书院在目前大法官案件审理法可能也还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障碍，那么我未来如果我有机会参与大法官内部对于大法官案件审理法或者一些内规的讨论的话，或者甚至于是相关的法令的一个讨论的话，我在立场上一定会非常支持放宽人民可以申请视线的一个门槛，让所有在权利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都有机会来申请大法官来保障他们的权利。非常谢谢，我乐见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回应那事实上台湾走了这么多年，我们民主化这么多年，还是有一些地方在基本的人权上面还是有改善的空间。那么我们还是非常的遗憾在台湾目前还有许多人还是躲在柜子里面，躲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相爱不被祝福不被承认，那两个人互许终身却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那这是一个对基本权利的剥夺，而他们只能活在忧郁当中，在歧视之下终了一生。让我们一起努力，让阳光照到柜子里面，让彩虹将黑暗和歧视的角落变成彩色，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让台湾每一个人如宪法第七条所说，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精神能够真正的落实。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对同志权益的保障，包括刚刚我们大法官被提名人所提到的各种权益，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涉及到视线的门槛，涉及到我们要如何落实宪法对所有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重视，我们需要我们国人对于司法改革有非常迫切的期待，我们也需要我们所有的大法官、我们的司法院院长、副院长都拿出更积极的态度来处理、来面对这些法律上人被歧视、权益人被剥夺的这些个案。那除了同志权益之外，当然还有许多过去黄律师也参与过，包括人权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的委员也曾经促成台北律师公会成为国际人权组织 ICJ 的成员。那我相信还有许多领域期待也等待着我们用更积极的态度真正落实司法改革，真正落实台湾人权立国的精神。我一定遵守委员的指教，谢谢。好，谢谢。报告全院委员会。
本日上午对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黄瑞明询答部分到此为止，谢谢黄被提名人列席答询。下午20:30进行对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詹森林相关事项之询问，现在休息。